来，请各位就坐哈，谢谢。那报告委员会哦，那本周一四是一次会哦，现在继续开会。那今天的议程有两项哦，第一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第二部分，继续审查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那首先，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有柯志恩柯委员。好啊，那我们的科技部的杨部长，那他今天的三位次长呢，都各一个出国，然后因公出国啊，一个呢什么？到行政院院会了哈。那第三位呢是到财政委员会了哈。所以三位次长呢这么刚好都今天请假没关系，由部长哦跟主秘跟所有的这个官员哦来这里啊哈，来回答我们所有委员呢对预算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现在先进行科技部及所属单位的预算案审查。那在审查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那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数及提案内容哦。那包括哦科技部及所属单位的预算提案总共有300案，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预算案提案有4案。那我们同时并进行讨论跟协商。那请议事人员开始宣读。中华民国10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科技部及所属收支部分税入部分。第二款赔偿罚款与赔偿收入，科技部1514万元，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249万1000元，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263万元，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49万4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来啊、来，部长，还有我们相关中部科的我们官员哦，请坐这边哦，协商位置哦。然后我们蒋乃馨蒋委员也到现场了哦。第四款财产收入，科技部1163万9000元，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900万6000元。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6000元，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218000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科技部229万9000元，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832万7000元。中部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税入的部分。15000元，南部税入的部分呢？我们总共有5案呐、啊。税出部分，第一案跟第二案呢是有关赔偿收入，我们一起讨论好了。蒋乃馨委员在现场，没关系，慢慢来，翻一下预算书。行政是48057万6000元，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发展计划1617万1000元。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50亿9833万3000元。财团法人国家同步来，我们黄国书委员到现场。926万7000元，资源及推动规划及管理1517万7000元，特种营业基金400亿。我修改吗？没有吧？我有没有来公很理性的来？开始了。是的，69万。赔偿收入，我这个案子哈，就是今年的预算数比照上年度的预算数，所以增加了486万，因为今年的预算数的编列比上年度少了486万，所以我觉得上个年度既然可以编1500多万，那这个部分啊，不，上个年度可以2000万，那为什么这次不能用2000万？好，那我们现在苏巧慧委员到现场啊、哦，那我们蒋乃馨委员的提案是要求增列486万哦，那陈学胜委员另外一案他现在不在现场啊，不过我想也是要求科技部要增列啊、哦，我们先请科技部来回答一下。委员好，因为我们去那个104年决算了，只有
只有赔到只有拿到751万了，所以我们就比去年度少这样了。其实我们这是104年的结算，那你105年怎么编的嘛？啊，你105年怎么编的？第四项，105年可能是照104年编是吧？所以但是去年我们结算才751万，现在总是2,790,002,200。来，院长，这是院长可以说明的，赶快说明。一般来说呢，我们针对这一些项目的话，大概都是取近3年的平均值了，因为在这里面的话，不管是赔偿了哈，或是其他的这些利息的问题，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没办法很准确的预估，所以大概就是采一个中间数。张乃公，我是不是建议，是不是像陈学圣委员的，你们三百，增列300，不要到486啦。才能自己利息收入增列一好吗？是委员是全会等。好了哈，那就增列300万了哈，以这个为一个目标值啦，好不好？那我们张廖万间委员也到现场哦，谢谢。好，那我们第一案、第二案的赔偿收入哦，就增列300万哦。来，接下来第三案跟第四案哦，是苏侨会委员的有关哦财产孳息的部分呢、啊，一个是利息收入，一个是废旧物资的售价。来，侨会。好，谢谢主席哦。那我的提案这第三案这边哦，先讲第三案，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调出了近5年的预算和决算数来看哦。那其实从102年一直到104年，都可以看得出来预算数和决算数的差距实在是非常的高啦。那当然呢，这个我必须先说哦，科技部是我这样短短几个月里面哈，我看到科技部真的很有诚意哦，说明做了这么多。不过，那就这案里面，我也请院长这边看是不是可以再解释一下，因为虽然你有解释，但我没有看到我想要的重点，就是你这个预算来源是包括了同福中心和国研院的前年度保留款专户的利息收入，可是光是利息就是今年度的预算的7倍了耶，那难道不应该增加一些吗？对，那所以100万，来说明一下，好，给院长说明，然后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增加一些了？对，好，那所以你这个利息收入增列130万 ，OK， 好，100万了，100万，巧慧可以接受吧？呵，增列100万，那我觉得科技部很好，对，有说明，好，叫科技部人，好，好，那第三案增列100万。第四案也是我的啦，那第四案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而已啦，就是那其实这边也有说明，只是这个说明里面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组织改造，你的回答是两个嘛，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拍梯啊这边给小就罢哎，那个废纸废铁的价钱都大幅下降，第二个是因为之前有组织改造，所以东西卖很多，那今年看起来是已经改造完成，所以没东西好卖了。你的意思分成白话是这样吗？对啊，哦，那我就不由得，我这样可以照你的啦。但是我实在是很想知道说，那可以丢这么多东西哦？那是交会等提案，按理科学公务园区园艺调查。当初单位整并大概是有些异动，然后可能很多纸张可能都把它丢出来。所以你的意思说都是纸张？对，有纸张，对。光是纸张可以卖那么多钱哦？对对，可能还有一些爆气的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已经提案，你要小心回答哦，因为后面有相关的哦。你现在的回答会变成等一下的问题。对对对，也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已经超过年限的那种废修。整个卖掉了，好，卖掉很多东西，对对对，好，还有好，好了，好，可以，所以你要增列吗？就不用啦，就不用他的啦，对啊，因为看起来他觉得好像很困难哦。好，那这一个案子就照列到我们乃公，然后接着张廖委员。不该卖的，对不对？不，那个第一案，哎，第一案，我那个第二案是照我的案子通过嘛，哈，只是数字是照300万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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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了解一下。没错，哎，没错。来，那张廖委员。还是我们第一案跟第二案合在一起。第一案跟第二案合在一起就照乃公的提案啊，但是增列300万。我们两个的提案了。对对，照乃公的提案，因为陈学圣委员不在现场，照乃公的提案按增列300万元了啊。好。好，谢谢。那第五案呢？哎，等一下，张廖委员要发言吗？没有，好，没有，好，没有，好，来，接下来第五案也是我们蒋委员的。第五案我提的是增加
100万哈。技术的推动应该没有问题吧？应该没有问题吧？来，有没有问题？来，再讲一下。第五案杂项收入。好，那就照我们蒋委员的提案哦，增列100万哦，照案通过。好，照例照这样子哦，来，来，接下来税出的部分。这一行直接建设分析。来，我们来看一下哈，6到11呢是一般行政整个的大的总的一个预算科目，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再回来处理，好不好？先看细项。细项我看到是。12、13为一个同样的提案了，也是在一般行政下的01哦，有关人员维持跟人事费的部分哦。那12、13有蒋乃馨委员，还有黄国书委员。51委员。吴志扬等提案，家属行动分明如何提产业发展？啊，我们吴志扬委员到现场，然后李立芬委员也到现场，谢谢。当也是100万元。52委员。所以现在12案开始吗？可以，12案，谢。12、13，现在到12、13。12是我的哈。那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哈，这项预算交上年度增列员工薪俸晋级差额费用啊，这个300多万啊，但是105年度的预算同样的名目已经增加了900万，那每年都要增加吗？而且科技部约聘临时人员年年超过100个人，105年编的人数是112名，那本年度再编108人，而约聘雇的人员待遇薪资预算也达到这个1亿多。好，所以立法院我们的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约聘人员超多为9任。如果既然都是9任的话，那约聘人的权利在哪里？权益在哪里？对，既然9任就表示有这个需要嘛，9月需要的话，他做一般正式编制人员的工作，可是他一直常年是约聘人员，年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同工不同酬。报告委员，第一个部分就是人事费会每年增加，是因为因为那个人员都会晋级，然后所以他晋级的薪水会增加，工保、劳保、健保的费用都会增加，然后加上那个今年那个工保费率又有一些聘用人员有一些部分是有调整的，还有劳保的集聚也增高，所以那个部分保费的部分是这个部分会有增加。那另外委员是有人晋级，可是也有人退休。退休来了以后呢，也有新的人进来，对，但是他的职能就比较低，因为退休，所以有进有出啊，你怎么说年年都在增加呢？包委员，因为退休的话，你这个缺出缺就是会这个缺会再补嘛，新进的会再补那个缺，对，那进来的人就是有晋级的问题了，对，但是原本的那个，因为大部分不是说绝大部分的人退休，因为每年退休的人数并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是少数几位的退休人员，但是因为退休的那个位置还是会补上去，好，那就是后面的晋升之后下面的心境是没有错，可是上面原本的那个位置还是有补，有补。好，我想那个蒋委员在关心的是所谓的非典型就业的问题啦，对啦，来聘用的部分没关系，等一下我们黄国书委员跟张廖万坚委员都要发言。好，这里我有提案了哈，我们科技部的组织法其实有规定的，好，这个规定算不算数？我们要不要遵从这个规定？也就是。这个聘用人员的上限，我们有上限的，上限是多少？110嘛。哦，那我们是不是有超过这个上限？没有，我们目前预算员额是104。104，好，是还没有超过这个上限哈。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聘用人员当太久了，都当太久了。然后他为什么要设这个上限呢？为什么？就希望这个聘用人员是跟着计划走的。我这个计划到哪里，我的聘用人员就跟着这个计划走啊。他是我编制内的聘用。所以好，但是我没有说要删这个预算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去检讨，真的要去检讨。
哦，那预算中心也有意见啊，哦，你们 为什么会久任，会当那么久呢？是聘用人员，那当那么久，你们要想办法，好，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安排到有正式的职缺？好，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好？但我不是说这样是犯严重的错误，但事实上我们在人事的精神上，这样绝对是有问题的，要不要去检讨？对，谢谢。所以我建议了，我的案子是冻结十分之一了，好不好？就冻结十分之一，让你们去检讨整个人员维持的基本的原则，好不好？OK， 那个委员好，那个因为以前国科会时代啊，那个科技部本来就有三个任务，其中一个就是资源学术研究那一部分，跟 NSF 很像，就是美国那个这个资源学术研究那一部分，基本上它就是那个研究员任用的啦，哦，所以那个是比较活用的，所以它是没有任用资格的。早期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办学术研究、激发审议啊，那些人就平常以前国科会时代就是一半一半，国科会时代就有一半是任用资格，一半就是聘用的，那些人都是长期的了，所以早期有一阵子要漂白，没有漂白那一部分了，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科技部在各部位里面可能就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那个学术补助的那一块，一般来讲就用聘用人员做学术，不像我们学术司下面的那个承办同仁都是聘用的，就长期到现在，不是说最近才用计划聘用。那你们最近的那个聘用人员，新进的人才有吗？有，有多少？那个比例是多少？好了，不然好了，我的建议啦，冻结十分之一啦，然后你们来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了。这黄国书委员的建议啦，对不起，乃公，那个张廖委员，说实在的，我要乃公好。因为十年以上的就占了70%，因为对的，所以如果这些人真的是要用的话，那你就应该用正式人员去用他。你们增加正式人员的编制，你不能让他做了十年以后，这十年的年资是零，这是这些人不公平的。对，他们没有考试资格，他们没有考试资格，都是硕士、博士经用的早期。那让他想办法。对，可以延役啦，不能想，不能考试吗？难道你们内部不能考试吗？有多少公务员是从内部升的，内部考试变成这样子做的？对不对？那好像就是外部考试也可以啊，对不对？哎呀，我又不是没有当过公务员。我当公务员的时候，你还没念当公务员。这个好了哈，因为我们这个科技部，这个从国会过来的时候，那个任务的也都没变了，这个资源学术研究那一部分都没变，所以我们会检讨，好不好？要他既然你看在你们科技部做了十年以上，70%是做了十年以上，你们就要考虑到他的问题嘛。你们不能是狂套的，我制度是这样子，那人家来讲的话，十年的年资是零哎。对了，这个对不对？没有退休金啊。对，我们这个好不好？是这个我们以后就是这些聘用人员退休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是不是就禁用这个任用人员有一部分的，那你们可以把聘用人员的名额多增加一点，作为正式人员嘛。对，我觉得就是退休以后就是补一个任用人员嘛，那你名额要先去调整嘛。对，但是现在已经那些人都是20-30年的，没错。我不是要把这些人赶走，我是帮这些人争取权益。对，我先要讲清楚，对不对？你当首长，你就应该要顾虑到他们的权益。不是，他们要是有任用资格的，我们当然会用任用他了。120万。对，我们建议你要跟人事总处，你要去跟他协商啊，不是光你科技部去处理啊。对，科技部要跟人事总处来协商啊。你要跟全序部，你要去协商去啊。这个从这些人做的，既然从国会变成科技部的时候，其实这个有调整的，他们的权益，我们要怎么去考虑到这个问题嘛？所以你要去做嘛。如果你今天部长你说不做好，将来以后再说，那我就砍你预算。部长不能以后再说了，乃公，我建议好不好？我们冻结部分了哈，然后要求他把刚刚答应你要去研议，要跟人事总处、跟全序部要去研议这样子的一个转任的一个制度哦，做一个书面报告。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聘就是假如说冻结的话是冻结那个聘用人员的人事费，大概1000万左右，十分之一嘛。好，聘用人员我们大概一半而已。我的案子不是，没有没有，你的案子是3000万，然后3亿多的十分之一。我国书刚刚讲是照我的意见呐、啊，啊，那当然我的意见可以融合你的意见嘛，对不对？冻结1000，好吧，冻结五分之一，10%3000万，主席啊。冻结五分之一，太多。他用书面给我们，他用检讨用书面给我们。来，我不删啦、啊。你不删好。对呀、啊，冻结五分之一啊。是要聘任人员那部分，是整个人是啊。聘用人员那部分好了。聘用人员的五分之一啦。你聘用人员你要用正式的，你才会考虑到聘用的问题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对，我们现在假如说有聘用人员出缺的时候，我们是有部分是考虑。你们的观点一定是优先考虑到正式的嘛，才会考虑到聘用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聘用正式的不去动的话，我光只考虑到动这些做事的，不是你做事啊，这些人正式的人员他就不去考虑到。聘用人员的问题啊，反正我的预算没有被冻结啊，我的意思懂吗？我这样子啦，聘任的部分十分之一啦，这样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 okay, 好，十分之一的精神啦，好了，好，来工，聘任，那聘任不冻结了，正式的人员动五分之一了。哎呀，正式人员怎么动？全五分之一是包含正式的五分之一跟聘用的五分之一。我现在聘约聘过的不五分之一，我就不动他了。啊，正式来来来，对不对？我只正式动是五分之一。我尊重哪一个？他就检讨，他就书面报告来，他就给动啊，对不对？差不多。好，五分之一两个月呀、啊，对，才两个月的事情，你到明年十月你不去做检讨吗？人家奶工也有让步了啦哈，因为他本来要求是要减列，还要冻结哈，那他现在是说这个。刚刚说正式的人事费用，我刚刚看了一下预算数了哈，1亿，法定的编制人员待遇是1,683,900元哦，我们就这个预算数哈冻结五分之一，那请尽速给书面报告。等一下好不好？那等一下哈，因为我那个第九案哈，我的第九案其实。虽然是针对一般行政哦，但是里面我有针对人事的问题啊，人事费用。而且得带你等来处理啊。啊，就你把钱处理，你晓得吗？处理一部分干不是？不是啊，我们不要乱掉了哈，因为你动的是整个科目的啦哈。那现在我们从它整个科目向下的预算细项先讨论，你等一下再回归来处理总的预算案，这样子该被挥起啦，嘿，好不好？谢谢。好，那我们第十二案跟第十三案有关这个01哦，人员维持人事费的部分哦，我们就法定编制人员待遇哦，1,683,900元整这个预算哦，冻结五分之一哦，那书面报告，那其余是多少呢？其余照应2000多万，两千多万，书面了，少了，哎呀，比你这还少嘞。你是冻3000多万，我只冻2000多万、啊。加书面哦，加书面。你的还是我的？好，加书面报告。好，来书面报告。来，接下来我们02哦，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哦，从第十四案到第30案哦，都是02向下哈、哦，包括它的很多的一个更细目的一个预算科目也一起讨论了哦。来，吴思耀委员。我的这个部分好像跟吴志扬奶工都有类似的。哎，奶工，我们的案子一起讲。这个就是学术伦理的部分。你们回复给我的资讯是说，你们会在今年年底去完成研议改进，建立相关学术伦理教育局违反学术伦理课责处置的处理机制，要在今年年底完成。那我没有要删预算。就是你们完成的报告给我们，然后再支用，所以我冻结的数额是1/3。好，报告是你们说的，你们现在正在做，正在精进，好不好？我的意见就是冻1/3这样子。书面报告 OK 啊，好吧？好，那我在柯志恩委员，反正到30案之前都可以讲嘛，对不对？对，好，大家看一下，我是19跟21哦，有关于在委办费的部分哦，这个地方是比较简单一点，我是把它全数冻结的理由，其实呢，仔细看你们，把你们今年跟就是103跟104年的调查结果来做个比对，
费啊。那时候你发现厂商他反映事项中都是以交通、生活机能等问题是最大的负评，但是呢，管理局到现在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意见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把你全部冻结，直到你全数改善，做出一些比较积极性的政策之后才有。那比较大的是可以看一下第二十一案的部分，我减列的500万，冻结的1/10，理由就是呢，你看上一年度105年度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编列的简报啊、贵宾会议室等改善工程，而且你用了1400万嘛。然后呢，你上104年你也编列了办公室里面的这个所谓整修是5000多万。那办公室、会议室年年修缮，就好像我们那个马路年年在修，这个必要性到底是如何？所以我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以国家预算考量，对于这种修缮维持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要减列了。这个预算有点太过浮边了啦，这是我的意见。这两个好，来做几个来啊，表哥，我会来什么？苏巧慧委员跟吴志阳委员跟李丽芬委员，好，来巧慧你先。他跟我说要下个会期才能够买10支给我们，换更新我们的这个麦克风系统，比较快一点。对，预算拿给立法院用了，500万拿过来。好，同意啦，附议柯委员说法啦。对啊，好，我一次讲完哈，我的案子是从26到30，那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26和30，这个都对不起，26的话是通案啦，哈，是那个三节奖金的那种部分。那我们就以好大家 okay, 各部会通案处理，好不好？好，然后再来的话，28和30其实也是觉得说，哎，怎么每年都需要增加这么多？那虽然有解释啊，书面报告上面有解释，不过这就是我刚刚在说的，哎，组织改造丢了这么多东西，那又要再买这么多、哦、这个是有需要的吗？这个就是在办公室处理的这个杂志费。那我这个部分我比较不坚持，但是有两个部分我确实想要再询问，因为书面报告看不太清楚。第一个是27很简单，就是公务车的保险，这么小的事情，可是反而是你们在书面报告的时候说这一台车保全险要57000元，我从你的书面资料读出来的感觉是这样嘛？一台车的全险要57000，那你们的新车是2000cc， 1800，可是我们去询价出来其实都只有3-4万块。我就想说，我们工科技部的车是比较高级，就对。我们是保乙式全险哈，然后包括所谓的强制险，全部加起来大概5万多块。哇，那你们这要这新车要，那旧车平均差不多10000多而已。真的哦，那是对，他是看那个车子的价值。那可能我们办公室的同仁大家都比较年轻，我们买的。对，看起来我们的车子都大概全险大概要5万，对，没有啊，我们调查出来的，不管这样自己的车、家人的车询问出来，似乎要到5万多块，这个是比较。好，这是第一个啦，等一下解释啦，吼，那这是一个小的地方。我补充一下，好不好？好，是。我的车子2400 Toyota。我新车是保全险，而且还真保，第三责任险之外还真保，因为我们民意代表，万一碰到人家说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多增加了，也不过才5万块。那我是觉得1800怎么会要5万块？不可能的事啊。所以我们这边是反而是说明了以后有一点疑问。我问一下、哦、因为明年度有新车、哦、所以我们其实让我们106比105、哦、多了32000了，我们都32000了，对啊，因为这个新车是明年是还没买，是明年准备3月才买，对，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只增加32000。这叫统一去议价，好不好？你们内阁买的车是不是都各式一样嘛？就跟其他部会一起去议价，一起去谈就好啦。哎，你们对啊，你们以前都找哪一家保险公司啊？都找哪一家？黄国书要帮你介绍，不要。啊，看我保的跟你保的是不是同一家？是哪一家？我这个人还要问一下，我现在不知道说是哪一家。好几家了。来，巧慧来，对，也提案。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其实数额不大，但是
正因为我觉得科技部也很有诚意提出了说明，可是正是这个再说明让我们有了再追问，因为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和我们认知不太一样啦。好，那我是希望当然说政府还是这个在做这个花钱的时候可以比较详实一点啦，就是就当成自己的钱找最最有利的厂商啦，这个是我们的观念啦，然后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好，这是第一个。但我比较想要在来乔薇你继续。好，讨论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我甚至还写了一个主决议，是29案这个办理科学工业园区满意度调查计划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我们有必要要办理这个计划，那相信这个计划办理了之后，对于就是你的概念就是这个计划是调查厂商，同时也调查这个园区的周围的邻居嘛，附近的状况。那看起来目前的结果是有了这个调查以后，不管是它的呈现结果，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和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是附近的厂商都对园区很满意，而这个好像有一点跟我们的认知有点出入。不过你们也根据他的不满意去做改善，这点值得肯定。可是这个调查数字，第一，我觉得它其实间数不多啊，整个厂商间数我们看起来，不管是中科、南科、竹科加起来，一共只有700多间，为什么不能普查？它现在是分年度，一年度调查，比如说你们的编号单数号，在一年度才是双数号之类的。总之，700多家的厂家，为什么一年都没有办法普查完毕，只能有400多间？那甚至回收的只有300多间。这是第一个关于厂商的部分。第二个关于调查周围邻居的部分就更是有趣，他的调查方式是依照所有科学园区附近的人口数比，然后再去抽换算成间数，换算成应该调查的居民数、户数。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是照你们的分类法，一个里甚至可能只抽不到30户，那不到30户，你再说再补到30。那说起来，认识民调的人都知道，30户就可以代表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吗？它就会成为附近周围邻居对这个园区的反应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至少有意义的间数应该是家数，应该至少300，甚至要达到稳定的应该是500，这才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民调啊。那如果我们花了钱，那做出来的这个调查报告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采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这个只是？我是不好意思的，因为这是19案跟乔佩，他是那种主决议，我是把它全部的冻结啊，所以你看嘛，讲的东西都一样，他只是提出说你们这个的样本数实在是太低了嘛，对不对？其实300、500是稳定啊，但是你最基本你要提到达到160了，我跟你说，没有160你根本不要来讲说你是用问卷的了，对。那我还是强调就是说，他其实他里面这个很多的邻居里面，你们对你们这么多的负评，我们还是强调，最主要是。以前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管理局没有太大提出改善的意见，所以你是提主决议，我这边是提我这边29案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啊，所以我其实有冻结1/2，然后提书面报告。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应该先冻，我觉得应该是好，再等一下我们来处理。我们是对于调查的方法有觉得可以改善的空间，所以我的主张是提出书面报告之后，那再来执行这个计划。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处理。来，那我们先请吴志扬委员。Michael。好，我的是14案哈，刚才那个吴思耀委员有先讲了一下啊，但我再说明一下哈，这个主要是这个最近很红的这个学术伦理的问题了啊，我们觉得说，科技部这里哈，因为你是主要的发包单位了啊，所以过去100年到104年的73件里面，你占了快一半，32件啊，然后涉及的金额要超过1亿，但是我们非常不满意是过去的处罚方式都是非常的高高。提起轻轻放下，哈，涉及1亿多的经费，但是罚的结果啊，大概只有罚到165万，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被动啊，所以我这边除了
冻结以外啊，冻结的部分就是要求你们要提啊新的一个做法啊，新的做法啊。那我不管你是年底还是什么，但是在预算里面，我们认为应该还是要冻结啊，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你们，最好希望说明年早一点提出来啊，早点解冻。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对过去这几年来哈。这个处理，轻轻处理这种事情啊，我认为应该要给你们一点，这个警告哈，一点惩戒，所以一定要删一点钱。好，来，那我是这边是减一千万，好，冻结两千万，好，看等一下大家怎么讨论。来，同样一个案子是杨委员是跟我刚一样啊，我刚刚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该做的事情你给他砍，他刚好有理由说啊没钱啊，做的少一点，所以我是觉得用冻结的方式，然后逼他交出他的改善计划。所以是不是可以跟志阳委员协调一下？我是希望全数的。预算这一项里头就动三分之一。好啊，刚刚不丢是恭喜，也赛啦。啊，然后我们再来处理来，李立芬委员。但哇哦李立芬委员他等很久了，对不起，是要再等一下。我是十八案，其实这个部分都有咨询过部长了，就是关于那个我们补助那个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助理人员的费用，那。之前就是说希望这些单位要制定自己的研究助理的办法嘛，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科技部还是应该要去督促这些单位赶快制定，那如果制定好的话提书面报告就可以解冻。好，谢谢。好，那来再思瑶，刚十七案漏讲了哈，虽然你们国会组非常认真来跟我说明，就是很简单，各位委员，科技部编了一个业务费的礼品，然后礼品呢都做笔、随身碟、行动电源等等，然后他的理由居然说要编这个是因为常常委员要跟他们要问证资料，所以他们都用随身碟的方式给我们。好，我觉得不要浪费这么多钱，而且我也真的觉得不要把你提供立委资料时使用，这绝对不会是大宗啊，对不对？那你不是不可以做这些东西，你可以去研发更有趣的符合你们科技的新的东西。部长你知道吗，你们做的全部都是笔、随身碟跟充电的那个电霸，我觉得这毫无创新，所以也减少给委员的这些资料的随身碟，大家不会这么虚索无度啊，不可能。所以这一项我觉得我小小给你们删一百万，小小的删一百万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减少这样子的送礼品的这个风气，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冻结我不动了，但是我觉得要砍你们一小部分。要不要说明一下？我跟委员报一下，我们103年是花了29000，104年是33000，105年是24000。所以委员你说的那块应该是不是？哦，不，委员你说的是其他应该法人的部分啊，不是部本部了。部本部其实没有了。您说的是法人的部分？法人部分也是很多啊，像我常收到你们那个国研院的一堆礼品啊。我觉得这根本不需要啊。都像省国研院。没有，我觉得全部是不是部长？你可以全部真的给你们一个机会去审视。其实你们下面的很多研发单位，它可以研发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像我们去参访你们的院区回来，我的助理马上拿了一个 3D 列印他的那个头像的那个东西，结合你们。在安排的不是开放你们的科技部让大家去了解你们在做哪些科研，那样子的东西是创意的，而不是永远在做这种制式的笔啊、随身碟啊，还有杯子，还有领带，你知道吗？你们还有做领带嘞，这个可以检讨了。我觉得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不应该动在这一项吗？我不应该砍这里吗？那你告诉我要砍哪里？你会这几万块了？那这一大项里面。你自己去挪嘛，就是你有所有的跟这块是部里面的，所以部里面的没有法人那块。等一下到国研院的预算的时候，可是部里也是有做这些东西啦。那我要动哪？我要砍哪里？国研好，那记录下来。那就是你们要国研院当带最高羊就对了。没有。国研院它本身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反馈或是怎么样来。那在我们来麦克风来。对，我有提案的。我稍微的，甚至还是35。来来，你，王院长，你先讲完，先说明完。
先说明一下。原则上我们国研院的大部分都是有我们自己的 logo， 那拿出。那你的领带就是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今天来这里，所以我特别带的。需要做领带这种东西吗？哦。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呢，以前我们做的领带的话呢，这个以前的部以前的主委的话，他出国就是把我们领带带到国外去，送当做礼品来送，以前的了，以前的主委，是。来黄国书委员，你有按来，我的共姐。来，这个部分我有提案了哈。其实这样啦，我们到各个单位、政府的机关，只要有参访、考察，甚至什么各种研讨会啊，哈，什么行政中立的研讨会，还有非常多，什么法治教育啊，只要有研讨会，那个有茶点、有纪念品，桌子一整个桌子都是啊。那你说那些东西是跟我们单位有关的哦，我们的纪念品。那就算了哈，我看很多啊，都还去买一大堆的什么茶食啊、礼品啊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怪你们，而是说我们政府机关长久以来就是有这种文化啦，就是有这种文化，好像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没有丰富的茶点，没有精美的礼品，好像没有参加一样。我觉得这个。风气要改变了，这个习惯真的要改变嘛，对不对？你说科技部去做领带要做什么？我们这个领带的话，基本上是那时候我们换，不要再讲领带，我们换 logo， 换 logo， 所以我们要一个识别啦，一个识别啦，好了，这个还讲得通了哈。好了，好来，我那我们已经比去年业务会已经比去年少了，少了25万了，好，我去年已经少了25万了。我再说了哈，对了，小慧说对了，就是这个创意，然后跟我们这个单位的业务相关的，我们是试图要赠送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啊，有意义的创意啊。那我的案子在这里是这样了，其实各部会都应该针对这种业务活动费啊，那个经费，我觉得都要想办法酌减的，都要减少了。我们比去年少了。我的案子很善良啊，爸爸对你们很友善啦。很友善，我只对你们提案，减列11万而已，让你们哈、去改进，好不好？好不好？减列11万了哈。一样啦，没关系，我同意，我们两个案子并减11万，但是我要求动200万，你们去检讨全部的，部长，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去看看你们所有的下属单位做了多少好笑的东西。好不好？减11万 ，OK， 然后动200万，让他去检讨。思瑶，你要提醒他，我们觉得好笑，他不见得觉得好笑。我支持思瑶的案子，也支持国书的案子。所以加起来、哦。所以100万加上11万，两个一共111万。你数学那么好干什么？当然了，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好来，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处理好不好？就是110万，两个通通都通过。我建议各位了哈，我们就这个第二。然后我做共同提案人，111万。这个第二款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哈，那我们是不是就按照大家共同的意见了，好不好？黄国书委员跟吴思耀委员是说减11万的哈，那蒋乃馨委员是说再加100万就减111啦哈，整个科目了好不好？整个科目一起来做了，好了，一起02啦，0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我还要表达一个，这要留记录哈，我不知道你要整科处理哈，动200哦，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是水电，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哪一个科目可以针对你这个行政伦理这个去对呀，给你一点这个记录哈，所以我这个我反正是减列1000万哈，我希望能够至少减个100万啊。那至于是不是你讲的这个100万，你要整个那这里面没有意见，但我觉得要包括我刚刚本席讲的那个案子。我是建议，因为哈、这个整个02向下也才3817万6000元啊，现在受益还是不多了哈。那你讲你今晚要砍111万是吧？对呀、啊，没有啊，可是建议啦，不止吧？那个赵伟，那个21万，我光说设备的部分，我都认为要砍500万左右哎、欸。
没有，你看看我的理由，看看我的理由，大家看一下，我们要帮国家省钱哎，各位，我们要帮国家省钱，理由很充分啊，理由你看他像好像天天在挖马路一样啊，哪有说一百零四年开始每次在编这种简略的费用，每次在编这个修缮的这个会议，你回答柯志恩委员的提案，这个还是要啦。21案我们说明一下来，对。那个21案呢，委员自己说我们连续3年都编整个那个办公室的整修费用，好像说年年都整修有重复，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因为刚好科技部103年主改，我们单位整并，那各单位都有在搬迁，而且又新增16楼，从国务院把它收回来，所以我们整个大概办公室隔间都重新在做整修，所以这边是从我们办公大楼16到22楼是分年办理，所以第一年编了5000多万，后来钱还不够。那105年大概是主要针对1楼2楼的部分，因为我们科技大楼到明年已经满34年了，等于是属于那种老旧建筑了，那过去有很多那种厕所啊，或者是都漏水哦，都没有整修过，所以我们105年编的大概是1400万哦，是针对1楼2楼，所以跟刚刚讲的16到22那个是没有那个重复的。那106是明年编的，主要是也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会议室，现在都针对无纸化，我们针对会议室还要再做一些所谓的视讯的功能做无纸化，还有说我们消防整个系统大概是要增加一个图控的系统，包括智慧管理提升安全，那也包括大概也是地下警卫室地方都很老旧要做整修。那另外有一笔500多万是我们针对我们学术室的师长都从外地借套过来的，我们没有植物宿舍，他们每年隔月都要花10000多块在外面租房子，所以我们今年有跟国有财产局移拨了3间植物宿舍，这宿舍相当老旧都没办法住，我们编了500多万要做整修，所以变成3个年度其实都是分阶段来做，完全都没有重复，所以请委员支持这个费用是必要的。那个你们刚刚说你们的大楼就是科技大楼嘛，那我常去拜访啊，我觉得也还好啊，大楼开关拉不过，21楼22楼我觉得还好啊，只去2楼，而且你99去一次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像类似像这样的费用全数给是下面那个好啦，我觉你刚刚讲了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种所谓的修缮整理我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国家经费有限制，我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些简略，你可以不用到500万，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的话，你还是要稍微严格管控一下。或我个人认为，减掉100万、150万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真的还是应该用这个角度来去让他这个经费上用得更 precisely。增节经费这个当然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要求政府。来了，我建议了各位，我们这个02项下了，好不好？3817万6000元整啊！我建议了是不是刚刚有11万，有100万，还有柯志伟一直坚持那个设备了哈？没有，他的500变100，他说100。我说可以，我要你说100或一百。是姚是说整个同的透透200减列了，好不好？那让他们自行调整，但是设备的部分还有刚刚大家坚持，包括保险的这个，通通要把它好好的。那个保险我要说明不用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啦，还说。100万了。对呀、啊。偷偷这个向下200了，好不好？02200万了哈。好，就那在200。就那调整，它会在那里面的。然后主席，主席还有学术伦理的要加动1/3。没有在里面，刚刚前面那个，还有那个200万冻结纪念品的，请记录。那个等一下处理啦，那等一下处理，这不在这里啊，不在这一项。是啊，我的事情。学术伦理的要冻结啊。所以学术伦理要冻结，我知道了啊。现在是学术伦理的那个，你们是在哪一个预算项下？是在这里吗？对啊。他没有。一般行政。他在科发基金。他在科发基金啊，一般那个都在科发基金啊，因为他这里是部本部里面的公务预算啊。对啊，好不好？所以这个02项下就减列200万，那个科目自行调整，但是所有委员所关心的、要求的、要酌减的，你们通通要。列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那个主席，那个学术伦理的是在科发基金，冻结科发基金。好，那我们到等一下处理。那就是把科技部投入到科发基金的税出冻结，先冻结。那等一下再来讨论呐、啊，等一下科发基金会讨论到啊。不是，这是科技部的公务预算哦。他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他税出到这个那个。盈利基金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啊。第6幕啊，
是在六目啊，是在公务预算讨论哦，不是在基金预算讨论啊。我们留在公那个基金讨论呐、啊。不要，公务预算也我也还有别的意见，反正一定会讨论的嘛。对呀、啊，不差这一个。那等一下再讨论动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先就零二的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哦，减列两百万哦。那减列两百万，他有没有冻结啊？有没有冻结？因为有些好了，有没有冻结？还有设备我知道，就刚刚委员有提到的，通通要酌减呐、啊。你不要坚持啊，就酌减，让他们自行调整呐、啊。两百万里面有50万就是了。啊，对。啊，那张伟，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冻结吗？那冻两百，他要检讨纪念品，也有冻结，就没有冻结吗？就不要冻结了啦，都简列就处理掉了，就不要再冻结了啦。那原来要求的书面报告还是都会简列两百万的，你们刚刚所提的各项问题都在里面，都会有报告啦。要每个委员的问题都会针对。好了，简列两百万了、啊，但一定要包括业务费，业务费的那个11万哈、哦，业务费要写。坚持呢，黄国书委员。他说好的啊，部长说好的、啊，部长说好的、啊。其他科目自行调整。我怕这个弄不见。其他科目自行调整、啊。那个两百万里面11万是国书的嘛哈？是啊。剩下这个189万就是我跟柯志恩的问。啊对啦，你不要提，你刚刚说不删吗？我请各位委员这样子啊、哦，我尊重各位委员的提案啊、哦，所以这样的话要300万。因为如果按照各位的坚持啊哈，那永远都砍不完，谈不完啊哈。我坦白讲了哈，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就整数200万，然后呢，大家各自坚持要简略的那个向下，是不是准容许他们去自行调整呐、啊？那一定会有业务费用被删了、啊、也一定会有设备费被删了、啊、也一定会有吴志扬委员所坚持的被删的部分呐、啊，这样子啦，好不好？这样子大家比较好做事情呐、啊。好，哎呀，陈学圣找我也来到现场了哈、啊，对不起啦，你没有加入这一局，下回再来。好，那这下一局我们请陈学圣招委了哈，那接下来03了哈，资讯管理到37案了，有关设备投资又有业务费了，就03的部分。03从志扬开始吧，啊不要从新全，我让各位同仁先。03到37，对，31到37案。好，那我就先说了啊，我们就看看在10，我是第36案啊，有关于设备费里面，我还是认为要需要简列跟冻结啊。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105年度的话，它编列是相同的预算科目嘛，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年年编列采购资讯相关的部分。有太过于腐烂，而且说明非常的简略，我不知道你的细部到底是如何。然后呢，你如果没有急迫性，有必要这样年年规范坚持？哎，不要忘记啊，部长拿国科会的预算有没有？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硬体费用是5年才更换一次，哎，对我们学者专家有没有申请国科会有关于我们那个硬体的部分？要申请一个电脑都已经破得要死的话，你就说还不行，每次都给你打回票5年，这个地方绝对要反制回来，干嘛我们都不行？然后你们就天天都在编这个所谓的资讯跟这个硬体的设备，这要给一个理由，而且你们理由真的是太简略了，所以务必简略。好，来，那还有其他委员，来，苏巧慧委员、吴志扬委员，好，先吴志扬委员好了。好，这里讲到这个资讯的部分哈，我就是还要回到，部长第一次我就跟你讲哈，我们这个科技部是中华民国的科技部，我们是中华民国是科技大国哈。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技部的所有对外沟通的这种资讯平台都很 low 啦，我直接讲 low 啦，包括官网啦、粉丝页、YouTube 上面的东西哦，真的没有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科技大国的感觉，科技大国的科技主管机关啊的那种感觉，我就讲过好几次没有改善。
哦，这个东西你只要请个年轻人把你们的 idea 啊，用新的方法把它展现就好了嘛。啊，那为什么一直讲就做不到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哈，我想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哈，所以我们减列1000啊，冻结2000。嗯，好，来苏巧慧委员。我在这个项目哦，当然还是一样哦，这个已经质询过很多次了。就是第一是基于我对科普教育的重视，那第二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所谓新媒体、社群媒体这边的运用方式。那不好意思，吴委员哦，那刚刚这个部分的话，我还是秉持我一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只是找一个年轻人来做，然后就可以完成。那尤其是说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如果没有相对的预算投入的话，其实不管是影片的拍摄也好，或者是网站的制作也好，我们接触过太多的年轻人在制作这样子的案子，他真的是要有钱有代价才有办法产生出内容。所以我的主张一直都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有效的，能不能够把资源统整起来，不要分散做那么多项目，用最把这个钱集中做一个有效的项目就好了。这反而是我的主张，而不是又有很多个 Facebook， 然后每一个的点阅率都低，每一个的状况这样。所以大概我的理念是要有钱，但要又有效的运用，这个是我最主要的想法，也是一贯的态度。再说明一下。那其实回到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有科普政策的问题。就是说实在的，科技大观园，我上次讲完以后，看起来贵部应该是有一个专人一直去负责，所以现在每天至少有4篇的发文。我有认真的看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也造成同仁很大的工作量的增加？我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呢，4篇发文其实也没有增加多少的点阅率啊，所以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到底哪一个方法是有效的？是不是应该要统合起来？那尤其大观园跟外面现在民间的，比如说泛科学，那它的差异点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人家想去那个不会看到科技部就不会想去了？那是不是？所以我的方式其实是说这是个问题，我点出来，所以我是小动50万，我并没有删，大概是这样。好，谢谢。那蒋乃，主席，蒋乃新委员，之后黄国书委员，黄国书，好。32案，我是问他，好，你106年，今年你编的是4000多万。去年编的是5000多万，2年加起来就差不多1亿了。那你买这些设备，那可是呢，你对于治安的维护，如何确保科技部的资讯通讯的安全？我的问题是这样。那后面给我的答复啊，这个依照行政院组织规程 B 级变成 A 级，然后我要怎么做？那然后呢，柯志恩跟我的共同提案的36案是问科技部，你每年买那么多电脑设备有没有它的必要性？科技部的答复是什么呢？这个科技部改组以后从 B 级调到 A 级，我说要做什么，跟我32案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你来回答。我问的是治安，科委员问的是有没有必要性，结果你们的回答2篇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一个字也不少。你说说看，这笔预算要怎么处理？部长，可以这样子吗？应付我们嘛。请朱长来回答一下吧。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是不是？谢。36案跟32案2个字，是个回答的字。谢委员哈，一模一样。首先针对这个资讯预算的部分，科技部怎么敢相信你们呢？是资讯预算部分来讲的话，大概是分为资本门跟经常门的哈。那在资本门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刚才柯委员跟那个委员是有提到的部分哈。在资本门部分来讲，那因为我们要买设备，那买设备主要是说，因为我们在104年的时候呢，那个行政院有希望说各个部会的那个机房能够整并，向上集中。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去年104年编的预算，在今年的时候完成了台中共构机房，包含到部本部还有三个科学园区的所有的机房，我全部把它集中到台中的共构机房。所以在这部分来讲，我今年已经完成了验收，把整个基础建设全部盖好了。再来，在106年的时候呢，我打算是把所有的设备、所有的系统全部移到台中的共构机房。那整个系统的搬迁的话，在我们科技部的从以前应该国科会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系统陆续开发有130几个系统，这130几个系统全部都要移到那个我们的台中共构机房，所以在整个编移的部分来讲的话，所以它可能要一些测试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要做一些搬迁，然后整个设备要移过去，然后整个系统要去整个测试，因为整个网络的网段全部都不一样，所以这是在部分来讲，就是我需要买一些治安的设备，还有一些网管的设备，好，然后包含到系统的部分呢，我要去搬迁过去，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陆续这几年在做的就是配合行政院的整个治安的政策，我们的移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目前我们一些治安的骇客来讲，他们治安的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像一些 DDoS 的攻击啦等等的哈，那目前以前我们的设备呢，都还没有办法有效性的防御。那我们现在陆续有增加了一些新的一些，包括 APT 的攻击，包括一些 DDoS 的攻击。所以这些攻击来讲，我们一些 IPS 的一些系统，所以我们全部都可以帮他们去侦测到。那侦测到之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有效去防。堵跟控制，还有去把它限速跟把它封锁，好，所以这些都需要一些去资讯设备来去处理。好，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么多系统，它又是属于大家要去各个学术界要去做一些计划的申请、审核、报告，所以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加强这部分的功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在资本门部分来讲呢，因为我有些系统哈，它是以前从那个国科会时代，它就已经编列的一些旧型的系统，它是一些旧的一些技术 VB 在写的。那这些技术呢，现在都是打 Net 那个 Java 的程式，所以我们在维护上面来讲有它的困难。那这些困难呢，其实我们在治安的准备方面来讲，我每年我都会做一些治安的一些检测，那这些检测来讲，发现很多中高的风险。那这些中高的风险呢，我们不必须要做系统的改版。那系统的改版也会用到，第一次的改版也会用到这个资本门的部分，所以这部分来讲，可能就是会变得比较多。不好意思。其实啊，刚刚两位委员讲的很好了哈，他反映的问题是你们要检讨的啦。我们每个委员提案的时候都有这个理由，说为什么要冻结，为什么要删减你们预算数，结果你们的回答都是虚应故事，而且都是公务人员，反正这个预算科目向下就是这样子的千篇一律的答案，完全没有在看委员问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我想啊，公务体系啊，不是只有你们这个单位，很多单位公务人员都是在糊弄立法委员，好像都没有在看啊。我们现在生气的是这个啦，委员提的问题，你是都不要看吗？中文我们写的中文跟你们读的中文是不一样吗？这个不分党派，我们都很生气的。你刚刚回应的是我的问题，还是柯委的问题？都有，是都有一起写。是因为包含到委员您提的治安的部分，就是我在共构机房。照说来讲，柯委员说你有没有必要要添置这么多设备？那你就应该要针对添置设备，为什么要添置设备去做回应？那我回应，我问的是你治安维护，你科技部能不能维护到治安的问题？你就应该维护到治安的问题。结果你跟我的答复跟他的答复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答复到底是对治安呢，还是对为什么要买这个？对不对？我的感觉来讲，你好像是有点比较偏向于治安，可是为什么要买这个？你没有写啊，对不对？而且说实在的，你就像答复说你这个要治安什么，也只是说你要做些什么，对不对？你做些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答复到治安吗？是吗？确实是这样子吗？我设备买完了以后，我治安就 OK 了吗？是因为对不对？治安里面有中间绝对有点差距吧？比较重要，不是对不对？我是问你如何维护治安，不是要你说我要做买些什么样的设备，做些什么样的东西，做了东西以后呢？对不对？第二个我来讲，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学治安的呀。你回答的东西要让我们看得懂啊，你回答的东西看不懂啊。
No， 我怎么让你跟委员报告？我遇到过啊，是因为我们治安大概原则上的防御的方式就是事前、事中跟事后啦。那一些设备的购买，它是属于事前的政策。所以你这边答复就是说，你这个只是应该是维护治安的一部分嘛？你应该在前面做完以后，你下面你如何防维护，怎么样去维护？是维护治安嘛？是要做到什么样的标准嘛？要做到什么样的方向嘛？你应该这样子去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要不要实施预算呢。是在我第一段他是有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原本是 B 级的治安等级的机关，后来升级到 A 级之后呢，其实整个治安等级它需要加强的设备跟加强的一些能量，还有包含要应办的事项是蛮多的。我想刚刚那个蒋委员所提到，就是因为整个的虽然同样都是在你们的资讯系统，但是两个的层次不一样，所以他会希望就是说有关于他这个层面的问题，有跟治安问题，就针对治安部分来做一个处理。虽然我的这个部分的硬体的设备，你认为是为了要让你的治安提升，所以你要建构这些的设备，但基本上面在我这个部分，对，所以你应该把它的地方做两个不同的处理，否则你两个一模一样，给人家感觉就有变异形式，那个是感官上、感知上面。perception 上面是不太好的，了解。但是我还是个人认为，不管是在学校的工作经验，还是在行政体系的这个部分，我还是认为只要是提到这个设备啊，我们还是有必要严格把关。虽然我同意你刚刚提出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但是这个部分里面，你看为了要提升，然后呢，我现在是最不能忍受，就是很多政府机关每次一提升之后，旧有的设备要怎么样去做处理或处理，有没有办法再应用，或者再做一个额外的部分？每个人都想追求最高等级、速度各方面、速率上面的部分，以至于其实不需要那么 upgrade 或者 update 到那样的程度，会有很多浪费之嫌。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这个设备部分或许不用减列500万，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减列的200万这样的东西的必要性绝对是要有的了。谢谢。那等一下减列数我们来讨论吧。哎，黄国书委员，你刚刚有举手。来，我刚被奶工插。什么？我32哦，你32，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刚巧会讲那个科技大观园，因为我有一个案子也是了，所以对不起啊，来公哈，那个科技大观园哈，我觉得我们要来检讨了哈。科技大观园设立这个网站，最主要是要推动科普嘛，哈，推动科普。但我们现在来检讨，我要问一下，科技大观园这个网站设置到现在多久了？几年了？我们从1991年开始，科学月刊我们转型成科普之后，我们就开始。所以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啊，91年。91年到4年。14年了。91年哦，现在14年了。14年，那这个网站设了14年了，有这么久吗？有这么久吗？网站好。怎么可能？啊，14年来才3万个人浏览哦。啊，不是，我这边有资料。不可能吧？好，我跟委员谈一下。不可能啦，那你这样一天 不到10个人看哦。没有，我们那个科学人杂志哈，转型为电子版之后哈，我们就开始有上网这部分。那最后我们整合成这个科技大观园哈，目前为止从我这边的资料是从1991年开始就有电子版哈，然后科技大观园再继续进来，它其实一共有大概有快10000则的这个科普的各种的新闻哈，这是累积的啊。那以它的点阅率来，对啊，点阅率啊，你现在看啊，我现在上网看啊，它的点阅率才30000啊。点阅率我这边也有一个资料哈，跟一下。我们从这个大观园1997年开始正式是把它全部整合之后哈。我们在101年又开始改版，那明年又会开始根据委员的建议，我们的行动版会让大家浏览更这个容易哈。那我们的浏览率在这边呢，电子版的浏览率哈有2150万，从科学月刊变成电子版之后，那十几年来对，那今年1月到10月。我们的电子点阅率有190万篇次，嗯，就是他进去看篇次，嗯，因为我们比较是不少是点，我们是要希望他真正进去看，所以我们讲的是190万篇次，所以每个月其实有19万篇次，嗯，好，那委员刚才讲的这些按赞按什么哈，我大概跟委员提一下，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并不是进入 Facebook，
我们进去之后是进入我们的网站，网站你要去点赞之后你才要进去 Facebook， 然后你还要再登记你的 Facebook， 然后你进去才能点赞，所以 Facebook 的点赞是两层下去。那我也跟同仁讲，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建我们自己科技部的这个暗赞，我就是说，应该这个样子吧，应该这个样子吧。对，所以我现在有跟我们这个科技大拐最主要是要推动科普，就是普及嘛。结果我们操作的方式太不普及了，你自己就不普及了，你怎么去推广？以前科学的普及哈，为什么我们不？我们希望有公，以前是因为玩好脸书，哇，这个都技术问题了，这个要检讨了哈。这个技术问题你们去检讨。那我觉得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谁编辑？谁来管理这个事情？你们管理的人也曾经常常要求作者必须要删减文字，因为篇幅不够。怎么会有篇幅不够的问题呢？网站怎么会有篇幅不够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都要去检讨，是，好不好？你们要不要尊重专业嘛？你们民间的相关的网站，像泛科学，比你们好看太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哦，我建议了哦，小三好不好？小小的简略，35万5。好不好？最后我可不可以回答一句话就好哈？好，我们的网站因为是官网，所以我们有公信力，所以我们都是找科学家，还有写作的作者。那没有问题，那个都没有问题，不是说找科学家就必须要弄得不好看，不是这个样子。科学家也有很好看的嘛。我们当然遵照委员的指示。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所以这个案子稍小小的简略35万5哈，我的提案是这样。来，那个苏巧慧委员。好，我现在一样是在追问，不好意思，请问是司长？司长，哎，我刚刚有一点听不太懂你的回答。我现在无关有没有要动或删，我不再针对数字的部分讨论哦，我是针对你刚刚的回答，什么网站和 Facebook， 然后你要再建构科技部的暗赞，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听不太懂哎。就是大观园这个网站，它不是一个 Facebook 里面的一个讨论群组，所以你进入大观园去看我们的资讯的时候，并不需要进入 Facebook。那你看完之后，你要让 Facebook 按赞的话，你所以你认为我们是用什么东西？不是，所以你现在是要问用，你以为我们是在用什么样的标准在衡量你的浏览率呢？我们有基本的知识，这个网站是网站 ，Facebook 是 Facebook， 这个基本架构反而是我觉得感觉上你还要看资料，我觉得我们比你还清楚啊。科技大观园这个名词，它你们有做网站，这个没有问题，网站有网站的流量，网站上面的文章不需要有人什么去按赞什么之类的，去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个部分。那 Facebook 是 Facebook 既有的系统，你在里面建立你的社群，然后它有按赞，为什么会把两个部分拿来做一个交替或者是一个互相评比，然后以为我们用这样的标准？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就不是，我是刚才有提到说 Facebook 的按赞，那我们自己的刚才有提到过1到10个月。它的浏览偏次，我们比较 care 的是浏览偏次有190万。那上次我就跟部长，你上次还笑出来嘛，对不对？在质询的时候，我不是问你说，等下浏览偏次，你的业务报告150万，那部长你觉得150万是好还是不好？你不是说应该不错吧？然后我就告诉你说，我是委员的中段班，我光是我苏巧慧的。一年同样的计算日期，我是中段班，我的浏览次数是1100万。对啊，部长，你当时在台上还笑出来了嘛？对啊，科学文章浏览的人100多万应该是很好的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许用这个方法都不是特别理想嘛。Okay, 那所以，对啊，那可是司长刚刚的状况是把 Facebook 和网站又混为一谈。那我觉得主管者如果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厘清很清楚，网站是保存资讯用的 ，Facebook 是社群网络，是用来和群众互动的。这两个基本的工具本身就是不同的功能，所以不用把两个混在一起。委员也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好，对，你改善一下。对啦，对啦，没关系啦。来，吴志扬委员。好，我想大家讲的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对科技部整个在自己本身在资讯科技的应用上面非常不满意啊。那做了很多的不清不楚的事情，那定位不清楚啊，然后效果不好啊，这个我想刚刚几个委员大家讲的哈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一款哈，就不包括硬体那边嘛，是不是就是只有
33到35是不是？33到37，都是零三向下，零三下全部哈。那我想大家比较是资讯服务这个部分、啊。对。好，那资讯服务这个，我觉得我个人建议至少要200万以上。不行啊，我认为应该要给钱。好，然后还要做一些冻结，让他把他的改善的计划还要好要提出来。那我来建议好不好？整个部分呢、啊，哈，是不是大家有提到200，那有国书又坚持有30几万，那我们这一幕整体250万，其余1/10冻结，然后要给书面报告，而且针对我们所有刚刚委员的问题跟疑问，要具体针对问题来回答。1/10啦，因为减列250万的哈，那科目自行调整，但是哦，但是刚刚委员提到要减列的部分，包括设备啦，包括哦黄委员提到的哦，那要含在里面了哈。55万5啊，然后那个里面哦，就自行调整、哦，一定要含在里面啦、哦、嘿、哦。然后，因为他不会把它搞没了。啊公都们最优秀立委啊，与其余的1/10哈冻结，然后要书面报告，好，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还蒋委员特别重视一项委员的案子，针对案子回答是异于三思，对，不要便宜行事啦。好，那我们这异于三思了，我的案子。柯震东案子还有苏小慧的案子，好，苏小慧他只动600万，所以你们就简化版把我的那个回答就中间哪一部分出来回答苏小慧。对啦，你们有时候真的就便宜行事啦，看到同一个科目向下有其他委员的问题差不多啦，就删减的数字多少？差不多，你可以把总的。一样的回答没有问题，但是你还要特别针对委员的提问的问题再做具体的回答。以后请各位我们所有的官员哦，拜托哈，我们科技部的同仁。那我们在进行第二幕之前哦，因为我们刚刚的第一幕总的预算来黄那个张廖万坚委员，回到第一幕一般行政的第6案到11案。就是总的48056000元，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人员维持啦、人事费啦，哈，还有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的维持，还有资讯管理，我们通通有简列啊、喔。那是不是就照刚刚细目的？好，来，柯志恩委员。你现在到第6到第11的嘛，对不对？对啊，6到10就回到总的那个总的部分啊、哦，其实不对，我因为它总的部分里面，你看4亿多嘛，对不对？我觉得整个科技部最大的问题里面哦，我真的要特别强烈的请科技部做出一个回应哦。今天我们那个你看嘛，科技部我们都认为它应该是全国最高的科技主管单位哦，可是你们目前跟科技汇报、哦，我认为科技汇报才是你们目前为止很多预算基金的分配者，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科技部你们地位矮化，这我不要去讲。就像以这次的科发基金93.1亿这个旗舰计划来说啊，完全是由这个东西科技汇报里面，完全是把你们科技部里面不同单位的这个计划全部抽取出来，然后把它拼凑出来，变成科技汇报里面所要的这个部分。这个东西的排列组合，我基本上完全不能够接受。而且呢，你完全违反了这个年度有关于科技计划规划的执行。我觉得最主要是来自这个部分，所以当讨论到这个整体大方向的时候呢，科技部务必要对这个部分提出最完整的一个解释，否则呢，永远都是一个新政府出来，然后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大饼，然后呢，原来的作业都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变，只是把过去科技部可能做的东西这边挪一块出来，2亿多本来应该放在科技部，现在未来配合93.1亿，把这2亿多，然后这个部门弄一个4亿多，全部来弄出来，然后变成93.1亿中的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浪费了，你本来就应该放在你的计划里面，就是去做，你现在为了配合这93.1亿，你还要叫这一群人再重新解个计划来做一个竞争，然后做的东西是过去已经在做的，不是吗？那这个部分里面，这个过来，我觉得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讨论到这一科目这么总体的这个部分里面，我认为为什么要冻结，就是要科技部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特别是根据你们的科技汇报，两者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务必要提出一个说明。
其实我来思瑶，等一下蒋委员，我同意智恩委员讲的啦，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在协助你们厘清一下这个权利跟游戏规则是什么，要不然你们常常就是被弱化，被弱化，然后你们自己的案子也要牺牲起来跟其他部会来 share， 所以我觉得。智恩在这个部分是没有要删，他就是动十分之一，你们提书面报告，我觉得这个必要，也让我们去厘清一下这样子的分工，好不好？我同意这样来处理啦。啊，如果方向上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我可以，我认同智恩的处理，就冻结。主席啊，法律的位阶高还是要点的位阶高？当然是法律的要点位阶高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柯委员跟我们的提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讲到是科技部组织法，你有没有看到他给我们的回应是要点，科技部汇报的设置要点，你拿要点来拨组织法，这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依照行政院科技汇报设置要点，那我们的说法是，第一个一句话是按照科技部的组织法，你拿要点来拨我的组织法，位阶不同哎，对不对？所以这个部长，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你要矮化你科技部，那是你关了门，你们内部你要去矮化，我没有意见。可是我立法院监督的是你科技部。你不能因此而矮化我的立法院的权职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第二个来讲，我真的是拜托赵伟啊，请科技政委到委员会来，好不好？对。内政部现在的叶部长，当时当政委的时候就到委员会去报告过的啊。蔡兆阳当科技政委的时候也是到委员会去啊，对不对？这个议会立法院有公报的，我可以把公报给主席看一下，对不对？张善政当政委的时候，交通委员会请他去，他没去，交通委员会还提出谴责案。那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对于行政院内部的分工，政策是科技汇报，技术省是科技部。那我们就变成只能去看技术，我们不能看政策。没有没有，你等我讲完嘛，好不好？你们科技部长在我们立法院的工作会那个业务报告上面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是你们科技部长在立法院做业务报告的报告上面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科技部是技术省，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科技政委，我们总咨询也问不到他，他也不来呀。怎么不来？我这次来讲，我是没有抽到政党代表，我是个人咨询教委会，他来不来？不来呀。我问不到科技政委啊，总咨询也问不到科技政委，委员会也不来。预算又是他来决定，对不起，预算又是他来决定。我们到底是要问决定的人，你预算怎么决定的，还是要问按照单全收来执行的人？当然是要问决定的人嘛。所以科技政委应该要到立法院来呀。没有一样的东西哦，不是因为你们给我的这个回应当中哈，你们特别提到说你科技部跟科技汇报的权责是明确的分工哦，我根本觉得这不是分工，因为呢，你看科技汇报里面你还说科技汇报办公室会规划科研计划管理机制，我请问科技部难道没有不能做好管理机制吗？这个科，我跟你讲，科技会他拿了一亿的钱来做这样的事情啊！我这真是球员兼裁判，我还是强调，今天要冻结这个预算，部长是在帮你忙，你不要每一次都被科技汇报拉着走。来，我还是还没讲完，真的，部长，你本来事情都可以运作的好好的，
每一个各司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做得很好。我还是强调，这是为了要配合这个93.1亿，你把这个整个的部分全部打散，全部弄过来，你还要再做。所以我还是强调，是冻结这个部分，只是纯粹让你跟科技汇报彼此之间的权责，去做个更清楚、更完善的这个部分，是在帮你，请记住，不要让你这个部分。然后我也强烈的同意乃公，我觉得科技政委务必要到我们这边来做报告，没有道理这么大的一笔经费。这么大的一笔经费，我觉得我们可以强力的要求做一个专案报告。那个来来来，部长先回答，等一下科技汇报简单回答一下。不是科技政委管我们科技部了哈，因为科技预算啊，不是我们科技部执行而已。科技预算是1000亿，我们科技部只有执行400多亿。那科技政委基本上是跨部会的时候，他的科技预算的时候有，因为每年科技预算有一个总的要做跨部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来。那我们科技部的预算当然是我们科技部执行没有问题，但是科技部经济部有一个跨部会的。每个部会都有，但是有一个跨部会的预算，那个时候他来 coordination 是这样的。今年的科发基金里面，科技部管多少钱？就400多亿是我们管的啊。科发基金科技汇报管多少钱？400多亿里面有多少是？就是多少钱是科技汇报在负责？十几亿吧。什么十几亿？对，那93.多亿是跨部会的，大家来做吧。93.多亿加上科技汇报本身的经费。93.1亿也是合在起来，一共100多亿是科技汇报在做决定，不是你不是科技汇报在做决定，是今天100多亿的预算的科技汇报的政委，他不需要到我们这委员会来吗？我们预算怎么给呢？不，那是我们预算怎么给呢？好，柯委员那一个提案，那吴思耀委员要加入连署。这个是这个是立法院的公报。我们这一次哈是有在整体的公报，蔡清燕政委。叶俊龙政委在立法院备询，委员会备询。谢谢蒋委员了哈。那部长先讲完，然后那科技汇报要不要补充？来，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科技汇报召集人是院长，那有两位副召集人，一位是科技政委，一位是杨部长，所以其实是两位副召集人一起做决定哈。那因为科技部现在也提计划，执行计划。那所以他跟其他部会在这个在竞争科技预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跨部会的机制。科技汇报，那个所以是由当初在103年这个分工的时候，就是可以啊。疫情政委到立法院到我们委员会讲清楚啊。这个疫情政委到这边来讲清楚、啊。先让执秘在这里讲，到时候要如果要邀请政委的时候，我们再来邀请、啊。他讲话不算数啊。没有，他先解释一下。跟委员做一下。疫情政委到这边来，他先说明他那个分工的问题啦。所以对不对？你部长你说，你不是技术省。可是科技部给我们的业务报告上面就写的是，是以前你这次也没改过来啊？跟委员报告吗？我们现在已经改了。你这次有改说你是负责政策和技术吗？而且没有吧？有。你这次报告哪一页有写的这个句话？跟委员做说明。哪一页有写这句话吗？做了是这样做了。做了是可以这样讲吗？能做不能说吗？就交报告来讲。对不对？所以科技。政委一定要到委员会来做报告，自己跟科技部长两个人把话讲清楚。我们到底立法院要监督，我们要监督谁？我们要怎么样的监督？一定要讲清楚啊！跟委员报告，对不对？现在没有分技术跟政策省，其实跟委员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的，是一起省，就科发基金跟科技汇报一起省，一起省，我不知道，对，一起省，所以没有再分的。其实来公，你也是嘴巴讲的，空手无凭啊。没有，真的，我们这一次的来，没关系，等一下说，我们等一下处理了哈。政委自己为什么不来呢？政委以后会来了，我们再来安排了，对不对？来公，来，张亮委员，还有吴志扬委员，政委是男的还是女的？高的矮的，对不起，我想乃公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不晓得在座啊哪几位。他要说我们先来处理预算嘛，科技汇报的政委有没有见过到过？乃公讲很有道理，他简单讲就是谁决定预算分配的人，谁要来列席了，就是这么简单了。如果科技部自己本身也是申请预算单位，他也是被审查的人啊，
那就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啦，他们是共同审查的人。刚刚在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对于其他的也审查过去的那个谁来说明，那可能还是要政委、好，就这样子。好，来张廖万坚委员。我想哦，科技部跟科技汇报的职权哈、哦，当然我们可以排专案报告来谈，这个用决议的方式哈、哦，那或者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再来处理。不过我想针对预算，我想国家科技重大的预算，我觉得尤其新政府上来，他有他的想法，他也很多像文化汇报，他也是跨部会啊，他有时候也不可能说我们就去找人家来这边、哦、在审预算的时候来这么问、我想我们还是要由负责的单位做一个具体的说明。那我们如果接受，我们接受；我们如果还不清楚，那当然我们可以冻结预算了、当然是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冻结部分的预算，那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在第九案里面有提到那个人事费的问题、那你们当然有说明，就是我们106年度的预算原额是270啊，那我们上年度是274啊，那你们在这个预算上又比上年度多了57万啊，所以我才会提出一个减列100万的一个建议了哈，就是说我们原额减少了，当然你们有说明了哈，那相关的预算又增加哈，这个为什么会减少四个？那减少四个之后，为什么预算又增加啊？这个是有点奇怪哈。那你们的说明我还是觉得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年资都增加了，都跟那个所有的那个待遇都调整的结果吗？还是怎么样子哈？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说明一下？马健，可不可以要求他们进一步把详细的说明在书面报告给你，可以吗？可是我有要求要简略、啊。好多的人事都处理啊，都减吗？有减吗？有减也有动啊。好、，OK， 好。所以我刚才在想说，不然我刚才要谈呢，就回来讲这个。对对对、啊好，那我们来处理这一个一般行政了、那我们就照那个柯志恩委员的提案了、我们在这个4亿多的这个预算向下动1/10了、那据我们刚刚所提出的那一部分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书面报告，那。好，那这个动1/10，我是不是可以请求包含刚刚0102动结束啦？好，0102、0103的动结束，还有简略就按照刚刚我们的讨论就这样简略，好不好？有你的是专案的还是书面？先书面报告啊，我会再来邀请啦。柯委员是说可以书面报告啦。他说1/10，我没有做专案或书面，我刚刚说是。好啦，那各位有没有意见？冻结1/10，先书面报告来啦，啊，那个药材反正随时都可以去看，跟稍微要。那我们也接受刚刚的，我们包含在这里。书面报告来，先书面来啦。麻烦请教书面报告，到时候需要的话一定要，因为我们还要再讨论到那个科发基金的啊，好啦。我们先书面报告来，具体的先回答你的意见跟分工。那我们该安排再来安排啊。感受一下，你知道上次开会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感受你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先书面报告吧，好。那假设，对啊。你们先书面啦，来公，拜托啦。今天排没掉。系啊。到位了，刚刚报告了。好了，先书面，我们刚刚的其他冻结也包含在书面建议中，这个我们接受了，对不对？书面啦，书面啦，书面啦，书面完之后该安排，我会安排，你相信我啦。因为这样专案报告太多。因为我们后面93、90几亿那个，我们也跟你一样很有意见啦。该排专案，我会排专案的。这个90，因为这个牵涉到的。90几亿的那个专案报告，我们也能。政委来，这个书面报告，好，可以接受。哎，到时候我们来商量，可以啊，没问题啊。那我们就好啊。这个先书面报告啊。还是书面，等一下再。这个一般行政先书面报告啦。等一下，科发基金里面你要。要求的那个所谓的90几亿的旗舰计划，都还有时间跟机会要专案报告，我没有问题啦，
好不好？好，好。所以我们这个一般行政就是动四分之一，十分之一，含零一、零二、零三，刚刚的动结束。那刚刚讨论过的这个简列数哈，简列数都零一、零二、零三讨论过，就一刚刚的讨论数啊。那刚刚的动结束而是加书面报告。你来，接着我们来讨论第二幕哈，来第二幕，我们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发展计划。38到46不要先保留，然后从零零开始到那个41到45。我先这样子，请求各位委员同意哦，因为38到40案哦，都是一个总数哈，1亿多的一个总数哦，我们是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做。总的处理，先谈细项。细项在零一项下有，41案到45案，零一项下41到45案。我的是44跟45。好，李立芬来，李立芬委员。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有说明嘛，就是都可以去进行。那我们就是先。我都动很少，然后就希望督促你们去把事情做好，然后提书面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好，那还有，等一下没关系，慢慢来，来回答一下主任。非常谢谢李委员。其实我想我们有做这些事情嘛，而且我们跟卫福单位啊，跟其他单位大概都有很多的这个来往啊，OK。OK 了哈，李立芬委员的提案 OK， 来其他委员。几案到几案？四十五。41到45。41到45，哎呀，我43有哎。来，你是几万？立芬的两个案，我可以加入联署，好不好？好，立芬，李立芬委员的提案，吴思耀委员加入联署。来，好，我这里43案哈。这样，那个灾害应用技术推动决策支援这个计划的奖补助。我们现在只用在台北市吗？不是，这个当然我要跟我要说明，我要请对所长你说明一下。好，就是说那个瞬时降雨的那个冲击啊，哈，对，强降雨的那个冲击啊，你们那个计划其实怎么办？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哈，为什么短延时强降雨当初会写到大台北地区？因为我们是配合气象局，在明年度啊，它有增设雷达。那现在啊，我们前一阵子啊，跟气象局联络完了以后啊，它其实是北中南雷达都有，哎，那为什么当初会讲到台北？因为中南的这个环境评估啊，雷达要环境影响评估啊，他认为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当初他提出来的。不过啊，我们前一阵子问他，他说北中南都一起弄。那如果是一起弄的话，我们没有问题。所以啊，我说北中南的部分，短延时强降雨，我们都一起做。有包括台中吗？有，绝对没有问题。之前都没有针对台中做，其实过去、啊、做这个计划嘛。现在是短延时强降雨，短延时对呀、啊、对呀、啊，因为短延时强降雨就是瞬间的雨量会很大嘛。对，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全世界都在强调这件事情。会做台中吗？是不是？我认为会做台中啊。明年会做台中吗？会。因为那个还是有分析，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下水道建置率台中还是落后，远远落后台北跟高雄。这个我也拜访过台中。我老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雨水下水道的建置率有没有关联？没有关系，没有关联，这是两回事。好，一个是工程，一个是这个评估的部分。好，所以明年一定会有台中。有台中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分析，没有问题，一定会有。好，那这个预算我支持。好，那请问其他委员来，蒋乃馨委员跟柯志恩委员。没有，我刚刚只是看了这个计划哦。当然，觉得跟这个国家就是国十院里面有关于台风防洪研发发展计划，对不对？对，防洪这发展的计划其实非常的类似啊。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冻结？就是我是希望你能够对于这个灾防还有跟国研院所做的这个部分，我刚刚所提到的，不管这个东西如何来做一个整合、啊。避免国家经费去重复，这个是我特别提出来的。前半段 yeah, 好，其实啊，
台鸿中心他所做的是上游的研究、上游的研发，那国家灾害防救中心是做下游的对应，尤其啊，中央应变中心呢、啊，在处理所有的应变工作啊，这个是非常下游的。我们会把台鸿中心，其实还不止台鸿中心，各个学校的资料全部整合在这个地方。台鸿中心呢、啊，做的是非常前瞻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的部分呢、啊，我们会把它落实到整个防灾的部分呢、啊。所以，你们单位有需要这样子分成这样子吗？仪器设备跟这个麦克风，拜托哎，这帮助医师人员记录了，好拍谁？我们国家灾防中心几乎没有资本。整合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分上中下游来做了。但是整合还是重要的。好，来江乃新委员，这个今年比去年预算少啊。你们给我的答复是说，因为去年做的东西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了。所以今年增加的是协助政府推动防灾科研计划与政策的建议和支持的工作。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行政院灾害防救应用科技方案第一期到什么时候？第一期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是进行第三期。现在做第二期吗？第三期应该是第三期。第二期应科是涵盖所有各个部会。第二期我们去整合各个部会。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从一零四到一零七，对。那第二期的内容是要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后面还有没有第三期？你们这些东西一期是104、105、106、107四年的部分，还剩下两年呢，对不对？是，我们有涵盖。未来还会不会有第三期？应该会有。就因为我们不是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你们应该走到前面，不是走到后面，是，对不对？现在第二期都已经进行到第二年了，马上要进入到第三年了。我然后也明明知道在两年以后就要结束了，那后面还要不要？是做完了呢，还是后面应该还要再继续？如果后面还要再继续，我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防灾一定要走到前面嘛，没有防灾走到后面的嘛。是啊，我想跟委员报告，防灾是一个救命的东西吧？那我们都是滚动式的调整，因为各部会啊，而且我们这个应科方案啊，尤其在科技部的主导之下，应科方案这个整合各部会常常在滚动式的这个开会。而且啊，也许到了第二年年底、第三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还会请各部会提出来。第二期的部分呢、啊，就是第一期的时候提出来，在年期中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调整，然后请各部会循着某个方向去把它调整，提出了议题啊。那我想第三期啊，大概也会如此了。我想这个有一个方式，都是在其中的部分提出来了。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主席啊，我想这样的哈，当然防灾的预算。我们一定支持了。好，可是对于防灾的计划，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那我们着重现在第二年第二期，你到底做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未来第三期你可能会做些什么，总要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好吧。所以呢，我本来是冻结3000万嘛，哈，那我现在冻少一点呢、啊？冻少一点吧，啊，冻1500万啊，冻1500万嘛，啊，没，对，1500万才两个月的时间呢，你就书面报告来啊。1500万书面报告了，书面报告好 ，OK， 好，那个说这个，干嘛？那1500万，啊，1600万，1000万就好，好吧，1500万，动1500万书面报告啊，好，那柯志恩委员跟江乃新委员一起，柯志恩是1000万嘛，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好，两个合在一起1500万了哈，书面报告而已，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休息个5分钟？好不好？休息个5分钟，等一下再来进行46案到50案。包含在里面了。休息5分钟，你这个保分动1500万哈，书面报告。那个国书的100万也包含在这里面。好，国书的100万也包含在里面。他刚刚说照例的啦。有了。他说他支持的。我支持了，你搞了，可以了，可以了。你那个天花板太高了。我帮你讲啊，你看我都帮你讲。你天花板太高了，你天花板太高了。OK。要有奶工。你们快吃点，丢啊！没问题。你问他们，我们是教育部拿来签。我们去年才1000而已。我们去年才整个东西。他们书面报告来就 OK 了。在哪里？对的，房价不会的，所以书面报告来就可以了。你叫我赶快过来吧，被三产了。还好啦。还有意见吗？还有意见吗？我们教育部还好了，还好。教育部我们一个人就90案，你们科技。
好，休息时间到了，请大家尽速就坐。真的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你这个案子我帮你，你当共同评价人好。好。然后我的案子你也帮我当。好，通通支持。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是46哈到50啊，02。防灾科技之落实与服务平台计划，还有多元灾情情资协作应用及云端运算哦。来，我们有张廖万坚、许志杰、蒋乃馨、苏巧慧、李丽芬委员等提案。来，46案哈，46案，大家对这个防灾的那个。就是在发送那个讯息，好像我看其他的委员也有提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整个云端的那个智慧通讯系统的那种跟各县市哈，我们的我有问到这个了哈，但你们的解释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只有讲到你们资讯公开，欢迎大家下载等等这些哈，你们能不能再进一步来讲，就是说现在你们在开发这个，我们都很赞成。问题是好像因为我们不同的机型或者是不同的系统。那它的涵盖率能够传送到的，就发生地震了，发生灾害了，真正能够收到的这个涵盖率，你们有没有统计的数字？就到目前你们研发，我们不断的投入一些经费，我们去做这个建制。那明年我们你又要这么多，那过去大家在讲就是说，哦还没签完，对不起，好、哦，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收不到，比如说我们那一次地震，我们委员在这边，大概就一半的人收到，一半人没收到。哦、那现在到底你们研发这一套系统、哦、你们继续在做它的整个进程如何、哦、而三 g 跟四 g 现在界面也在换，那三 g 跟四 g 的涵盖率怎么样？可以来回答啊，来一起好了。万坚委员是不是在问那个简讯的那个？好，那我就一并哈，我的是在第58案，那上次我也质询过，那部长也回应过，就是说在跟 NCC 谈。好，我是58，对，我不晓得为什么项目不同，但是是同样一件事，是同样一件事，为什么预算编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好，没关系，来一起谈好了啦。所以那你们回应给我的说法也是，你们将在今年12月1号，也就是今天第35次中央灾救汇报来提送这个核灾告警讯息发布的应用报告。所以到底之前已经有跟都有抛给 NCC 嘛，对不对？没有，50。我现在讲到50。对，但是同样的事情，因为跟万坚一样的，没关系，那预算处理，所以就是那个市井细胞的那个了啊。但是那个广播细胞的那个名词很长了哈。那个等一下你回答一下哈。那接下来你。我跟万坚的意思就一样，赶快什么时候建制？上次质询的时候，部长是告诉我明年的年中建制完成哦。今天在处理预算了 ，promise is a promise， 讲清楚是不是这个时间？因为今天你们要开什么汇报嘛，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好，因为我是要求动作的。我想啊，来。来，你先讲。很清楚的部分哈，这个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哈。其实各部会啊，行政院有规定各部会的这个资讯哈。那我们的这个国家灾防中心负责中间的平台的建制，这个是我想这个工作这个项目很清楚。然后手机端呢是 NCC， OK， 哎对。那刚刚这个吴委员提到啊，核灾的部分啊，它必须通过行政院的准许。哦、那灾防汇报今天12月1号下午3点，那个原子能委员会已经送交行政院，今天要核定了，要他核定以后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并入那个系统，哎，并入这个系统没有问题，今天已经有了，好，可以给你看。所以确定年终完成建制？哎，年终完成建制的部分呢、啊，上一次质询的时候啊，
那个 NCC 代表有来，对吧？是。哎，那他们在上一次的公报里头啊，我想我这边有印出来啊 ，NCC 是 promise 啊，所有的事情，哎，会哈、哦，哎，他 promise， 那我想啊，这个行政院的防灾政委啊，也非常的辛苦啊，啊，在协调各个部会啊，那他们在协调上都讲到这个三 G、四 G 的事情啊，我想他那二 G 这个我要跟各位说明 ，NCC 的说明是二 G 再也不用了，啊，就是说再也不给他执照了。所以三 G 的部分 ，NCC 它会要求业者啊，尽量去把它的都这个调整好。不过，哎哎对，哎大概四 G 的部分1600万手机，三 G 的部分大概1300万手机，目前是这样。差不多差不多啦。好来，主席，我是要求就小动十分之一，反正你们会议记录出来给我们，书面报告就解冻，好不好？我只要确保。好，这是我一定要讲一下。等一下。国书委员，等一下，因为李立芬委员先举手，还有巧慧啊，再来国书你要讲无？你无啊哈？无你等下再讲好。来，李立芬委员。我这个提案最主要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灾害防治要做，要引进云端，然后大家一直在云端协作嘛。那我目前看到你们后面的一个训练，其实它大概就是灾防的相关的一个训练，它比较没有针对说我们如果要用使用者，他要做云端协作的话，他怎么去进行？因为你这个业务其实是十个部会、32个单位，那有负责的人员，那负责人员他们在科技，在这个云端协作这个部分的技术如何，我们是比较担心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针对这些人去进行培训，那如果有培训的话，我们就会解除预算这样子。好，来来来，吴志扬委员啊，苏巧慧委员等一下哈，一起回答啦。我想请问了，因为刚刚这个张廖委员一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从那个51到58大概都是类似的案子哈。那请问我们现在是，我们是在50啊，因为有一个它完全是不两个不一样的科目哦，哎，不是含在哪里哦。对啊，对，我知道。那怎么样？我们要处理在哪里？所以我现在分开处理，02就是46到50处理一次，然后03的话在51到58处理一次哈，我不会把它混在一起谈哈。啊，但是大家的意见都可以表示。好，那我是03的，要现在讲吗？还是等一下再讲？等一下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处理。好好好，那苏巧慧的02的部分先。好，我的是第49案啦，哈。那其实提这一案的基本的概念，跟刚刚在讲大观园，其实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集中我们的钱用在最好的地方，然后不要分散，结果什么东西都达不到效果。好，概念是这样。那么我现在的提案是，你们有做这个技术，然后整合加值各单元的多元灾害资料，然后分送给很多平台嘛？那所以我的提案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把各平台哪一个是比较有效果的整理出来以后，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都公平的去用，这种公平不见得是真的公平啊，其实是找出流量大的好的，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重点就跟那一个大平台合作，这是我的想法。好，那可是一样又是很认真的回答了以后，反而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回答好像不太一样，不太好吧。你只是在告诉我说我有跟这些平台合作，有这些浏览次数，所以我很棒，我很认真做，那这根本就没有回答到我的重点的提案啊。那这样子要让我说哎，我不要动，我不要照我的原提案，这就有点难处理耶。对啊，来，那各位委员的意见来，请主任来。哎，我想我回答，先回答李委员哈。等一下，给蒋乃馨委员，他48。因为48案呢，就是02了哈。02的预算呢，今年的比去年少了哈。那当然，你们防灾中心的是讲说，是因为去年已经进行网站改版作业了，所以今年呢，只是后续进行系统维护，难道你们做？只要做这些东西就好了，当然，对不对？照说来讲，防灾科技中心发展计划预算应该要增加才对啊，不应该是减少啊？难道我们防灾的问题在减少吗？只有越来越严重啊，对不对？极端的气候暖化，各方面的防灾，地震、台风、水灾频传呢，所以防灾的预算应该要增加，为什么反而会去减少？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而且第二个来讲的话，你防灾中心有没有跟教育部去做一个联系？防灾的观念从小学开始建立，
纳入在小学的教学里面。当台风、地震、海啸、天灾地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个基本的应变，对不对？老师不见得会知道，可是你防灾中心就知道。虽然你们只是一个资讯的传达，可是至少来讲，你应该把这些观念让教育部了解，然后在小学的课程里面、国中的课程里面让他们去学习啊，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落实防灾啊。对，对，好，来，现在、我想我先从李委员开始哈。教育训练哈，其实啊，除了教育训练以外，我走遍了全台湾20个县市哈啊，这两年了，我想这个资料有分送给各位委员哈。那不只是落实中央跟地方，而且啊，也许各位我会觉得说，我去地方走了以后，他们可能不理我，对吧哈？其实啊，我们的资讯啊，都有 check 各地方啊，他所使用的状况。这个是政府所使用的。那刚刚苏委员提到阿林黑灾害情资网到底怎么样、哦、这是我们跟 Google 啊2013年啊签约的部分。 Google 你现在只要台风一上 Google， 他所看到的灾害情资就是我们的灾害情资。2013年签约是130万人次，这是他统计哦，不是，还不是我统计哦，因为我们不会去做我们自己主观的统计，由他统计。今年还没有结束，2100万人次，我想大家使用我们的。那刚刚这个那教育的部分，除了地方以外，我们虽然是20个县市全部拜访完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总共进行了80件的20个县市全部啊教育训练，进到了这个乡镇层级哦。这个因为都是，我现在是在两云端。那哦对对，那云的部分呢，刚刚也顺便是苏委员所提的部分哈、哦，刚刚有提到。很多单位有很多的 APP， 有很多的平台。行政院希望我们、啊、把各部会整合啊，我们是做整合工作。所以啊，你只要任何现在的手机啊，上网灾害情资网，苏委员提到了 Safe Taiwan， 从我们这边，因为 Safe Taiwan 是公路总局的哦，所以啊，他的部分，他只讲他公路的部分呢、啊。那这个水利署啊，他的 APP 也是他的部分。那我们呢？灾害情资网是全部的各部会啊，全部放在我们这个地方。那当然，也有委员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个 APP， 对吧？没有讲这个。我顺便提到，那我想啊，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会考虑。但是灾害情资网目前啊，大概我们去跟，因为我们常常这个麻烦这个防灾政委啊，来整合各部会。那我们坐下来跟各部会讨论的时候啊，各部会大致上到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都是以我们这个为主。我想这是我简单的说明了、啊。好，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资料提供多少种平台？多少个平台？你刚刚有讲 Google Map、Google 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 Google 很好嘛。好，那我就一个简单的问题，简单的数字，请问我们现在这个资讯的中心的资料提供了多少间平台？但是我觉得讲不够。超过十个。超过十个，那哪一个最好 ？Google 吧， Google 最好，不然就是你又用的。好，那最好，那最差的是哪一个？最差的。好了，那不要讲名字出来。那最好的，刚刚说是1000多万嘛，对不对？两千一百万。那最低的，我们不要讲名字，最低的是多少？最低的，我可能要查一下了。对，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嘛。我的提案其实根本我就是在说，最好的和最差的会差很多。那我们有没有要考虑我们这个？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都列出来，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还要跟这一些这样来合作，它的效益好不好？我在讲的是这个，我没有说你没有做，我也没有说你做的不好。其实、对啊，我来回答一下。其实有另外那些，也许是相关产业的部分呢、啊。那你就告诉我说，它虽然低，但它很重要。哎，对，你说不能废弃，这我也可以，是，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显然不是这样的答案嘛。是，对不对？这样文不对题嘛？对啊。是，我譬如还有提供的华视、中视他们的平台里头是用我们的资料，但是我大致上没有办法去了解说它的收视率高还是低。没关系啊，那主任你再给一个去好好的去检讨一下这个资料。这样保证可以理解吗？我的问题给苏委员啊。好，来李立芬委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云端，然后希望
各个相关单位都能够一起进来协助嘛。那我现在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目前有关的单位有多少人有进来使用，有来一起来贡献相关资料，还是有人有些单位是因为他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没有在使用这些。我大概可以，所以可能就是请你们去评估，然后如果有需要训练的话，给他们训练。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政府单位的部分呢？对对，十个部会，32个单位，对，全部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在里面，而且是定期开会，这个跑不掉了，因为行政院在防办啊。负责整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在技术上面都可以用这些云端，都有产出，我们一定会 check 他的东西啊，而且每次开会一定会问他，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大概都有这些会议记录。好，那我们这个预算是不是可以请求大家照列，还是左？啊，来来，蒋委员的部分，你有没有？防灾、灾防、教育部也教育部也是在我们应课方案里头，所以我们啊有跟他提到这些教育。02啦，02。我可不可以要求要这个难得一下？可不可以有到？可不可以到有文对题的答案出来交个报告？对，那我们着重不动个100万啦、啊，好不好？好、啊，叫他给他书面报告啦。就文对题的答案就好了。要文对题啦，不要文不对题啦。这样书面报告了哈、欸。好了，02的部分哦、喔，02的部分呢，我们动100万了哈，请给书面报告。那接下来很多人。来，蒋委员，来蒋委员的问题了，赶快回答。哦、是啊，是啊，是啊。那就动2000万了。买来的几说。不，这个应课方案里头，我们也有麻烦这个教育部啊，因为我们把这个讯息啊，教育的部分也有 pass 给教育部，因为由他是执行单位嘛，哈、哦，拜托他把这些相关的教育部分呢、啊，应该要好好的推行的、啊。当然，你讲到了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如何去推行，这个我们下一次啊，会把这个部分呢、啊，好好的跟他们讲如何落实啊。你过去有没有跟他讲过？有啊有啊，过去有啊，这个有啊，所以他们现在地震都有在做这些整个的防护啊，而且都有确实在演练了、啊。天灾的这个有没有在教？淹水的疏散必然有啊，淹水的疏散必然有啊。这样子好不好？哎，你把这资料给我。哎，好。资料给蒋乃馨委员啊。这三年了、啊，好不好？这三年你跟教育部的这两年了、啊、因为我才刚成立两年嘛、啊、行政法人成立两年了、啊、哈、啊、两年了、啊、这两年是、啊、是、啊、是、啊、好好好好好，那就这样子好不好？蒋委员，这两年的跟教育部的有关灾防的这个教材的研议，还有所有的灾防在各级校园的落实情形，这个具体的书面报告给蒋委员，下个礼拜一之前，好好，谢谢。100万，好，那就冻结100万了，好不好？谢谢，加书面哦，哈。好，接下来我们处理03哦，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计划哦。刚刚大家一直很关心的这个细胞广播的问题哦，那51案到58案，我们一起好不好？来，各位委员，来，吴志扬委员。那我想这个主要大家讲的都有点像了哈。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这个灾难的这个通知哈，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用地震来测，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灾的种类？我觉得也蛮重要。像最近日本地震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海啸。海啸。好，海啸。好，然后刚刚也有开始有那个核灾的，对不对？啊，或者什么好。那我是有这样讲了，虽然我跟你讲，我们这提这个案子，主要是可能我们每一次我都关心这个问题啊、哦。那你们上次有跟我们解释说，你们出去的时间是很短的啊、哦，剩下的问题是电信业者的问题，是 NCC 的问题哈、哦。但是我这边在想说，因为我讲防灾科技还是很重要，那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包括通讯的科技，我觉得其实也在科技部的范围啦，啊，所以不管你们在所谓的防灾汇报，或者是科技汇报里面，我希望
科技部要把这个技术整个整合起来，从头到尾的技术，不要说我把哪一端我把它通知好就好了，可能如果连中央气象局的探知灾害的那个技术不够好，科技部也要去指导的，对不对？然后传到你这边以后，你是把它送到，你现在看起来你只有中央气象局传给你，你把它在最快的时间传到所有电信业者的机房。那至于电信业者机房，因为我的了解是因为台湾的业者都省钱呐、他的那个很不愿意去改他的那些相关的软体啊，或者是过去都是买人家的现成的软体啊去用。那现在自己要开发一个，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成本考虑，所以才以至于说推广这个最末这一端的时候，大家的良莠不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种技术啊，我是希望科技部整个要做一个科技的整合者啊，把这三段都把它弄好啊。那我是建议啦，我具体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啊，看看其实跟刚刚的处理，赵伟跟刚刚那个处理是不是很像？很像，很像哈。我是希望说还是要来把这三个科技整理好。那我顺便利用这个机会，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大家关心的防灾呢，那本席有提一个全民防救灾教育法。很早就进到内政委员会啊，但是据了解就是说内政的预算一审完，招委就会排。那在下礼拜呢，12月9号吧，有公听会啊，也希望我们所有这个关心的立委啊同仁哈，可以来指教一下，好，来简单说明。好，谢谢吴志扬委员。那其他委员对这个细胞广播，那动来黄国书委员。好，所有的委员就我的最友善了，就是动100万了啊。但我希望就是说，所长哈，我们现在灾害的范围跟类型，现在有非常多种哈。当然最传统就是台风、地震、土石流，这个都有吗？土石流好像比地震还准哦，好像有。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们了。那个水保局有，你们委会水保局有、這個，比地震还准。好，现在哦，中部地区的空污 PM2.5 算不算灾害？算。算不算？如果你觉得算也应该做的话，那我就帮忙你们动100万。如果你们认为空污这不要，那就动。最多是多少？动100了，动100了，来，动100了，好不好？对，你们想办法去针对空污的部分，你们去，主任，先演绎，好不好？看有没有可能。来，因为短期内台湾哈空污 PM2.5 没有改善的可能了，短期内没有了，几年内都不可能了。主任，我们上次去你们那边考察的时候，有提到，我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把这有讲到，因为中部地区中南部了哈，这个 PM2.5 这个很严重哦。那现在啊，那个警示值都在各级学校，那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去上环保署啦，或者是上哪里的网站看得到，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可以整合到你的那个灾防系统里面，让大家一般老百姓很容易就 Google 得到，就很容易接收到相关的讯息。我说明一下。好，来主任给你简短说明。我先刚刚黄委员的第一个问题哈，所有的土石流啊，还有这些山崩啊都有啊，这个因我们不厉害，还好了还好。那空污的部分，我有跟环保署李署长、那边联络过，我们的灾害情资网都有，这个都有，但是啊要列入细胞广播这一种，因为它是细胞广播平台，这个要行政院核定的、這個。那个你们去研议啦，我们研议，你们研议啦，好不好？好，没啦。如果你今天说这个不能做，那对不起哦、喔。对啦，对了，研议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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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这个再我再讲一下哈，因为我特别强调，因为 PM2.5 哈，短期内几年内大概没有解决的可能啦，那这几年内至少要让民众有接收到资讯啊，今天到底有没有止爆？我觉得你们去研议好不好？这个研议了，好不好？好不好？现在你们那个 Google 系统有整合进来了哈，打算整合进来嘛哈？
那刚刚黄委员讲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广播系统里面，在研议跟行政院啊提出这个研议的计划。对，哎、啊，你们可不可以提书面报告？好，好不好？来，那我们再我要冻结1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我们在这个03的向下啊、请各位委员支持的建议啊，51案到58案，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系统的建制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是着重动100万，然后给书面报告。那请针对每个委员的问题。具体的文对题的回答，好不好？对对对，好，谢谢。来，那我们回过头来处理38到40案，就是整体的总的1亿多的预算，是不是征求各位委员同意？刚刚我们1、2、3分别有动结束，就如刚刚讨论的动结束，好吗？好，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这样子。来来来，吴志扬委员，我说明一下。这个跟刚刚那个比较没有关系了，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因为蔡英文总统有讲南向政策里面，哈，就是希望说台湾的防灾科技可以研究出来，而且对外输出，啊，那不是认为说我们在防救科技中心的几个发展计划里面，好像都没提到这一块，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才会提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他们好这一块，既然总统讲了，啊，也是南向政策，而且说实在，不管是不是南向，台湾的你刚刚那个科技如果整合出来，好，这个是可以全世界都可以跟你按赞的，对对啊，所以全世界都可以输出了。那我是觉得在这一块，他们都没有在琢磨。好，那在这个书面报告里面，也针对刚刚吴志扬委员的回答，请也具体说明好不好？哎，刚才我跟吴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你提到了我们这个两项计划，第一项哈，我们的这个预算里头所列的第一项是技术的研发，那第二项是服务平台，当然了。我们所列出来都是以中央跟地方为主。那我想你刚刚提到亚洲防灾平台部分，我想请这个我们主任，主任，你这个哈亚洲的这个我们这个系统可以对外输出，不管是东南亚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给人家按赞的这个技术。就亚洲这个事情谁做了？讲清楚，你们做，然后是不是给书面资料给我们吴志扬委员？里面有办法对。好，谁简单讲，然后再书面是谁做？好，谁做？我们在自然师这边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对，那针对这个，包括跟菲律宾、跟越南这个南海周边国家，都受到台风、火山、地震、海啸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合作，一直在进展中。那跟他们也设了很多观测网，包括地震的侦测。那这些设施对于我们。你那个是小东西啦，这个防灾量的。你写个报告来了，是写个报告给委员会啦，哈，就书面报告哈，里面也要含这一个吴志扬委员所关心的这个新南向的问题哦。好，那我们第二幕就处理完，接下来第三幕，这个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第一案，柯委员的是总的啦，哈，我们先讨论细项哈。那我的第01-60案晶片，来，谁要给我回答一下？我是提案哦，要冻结2000万的哈。那晶片设计实作的问题，来。啊，因为基本上的话，一般3D打印的话，暂时不用那个。麦克风有没有开？郭圆圆。郭圆圆了。是。一般来说呢 ，3D 列印的话呢，它是只是打一个立体结构了。那晶片中心的话，它要做的就是说，在这个立体结构里面的话呢，我来做布线啊，或者打件呢，哈。那么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电子功能了，是哦，所以基本上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是在原先的 3D 列印的东西上面呢，再给予附加价值。好，所以这是蛮好的一个东西的。好。是可以好，那我的就是冻结2000万，你给我书面报告就好了，好不好？但是要具体一点。不要动了。你四亿刮个2000万呀？你是咧？书面报告啊。OK， 好。来，接下来。直接那个59案呢？59案是大的50亿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回来，还把它我们回来讨论好不好？好。那我01是冻2000书面报告了哈。然后61到64是02向下来仪器科技发展计划，
跟生医科技研发环境建设等。好，来，来蒋乃馨蒋委员。我冻结异议。冻结异议，他因为我为什么要冻结，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他今年的预算比去年来讲的话要减少，而且是大幅度的减少啊。那是不是会影响到相关的技术发展研究？那生医科学院研究团队辅导的成果如何？生医科技研发环境建制成果与绩效指标如何定定？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他只是告诉我说，他这个绩效是依照生医科技研究环境建制的计划，然后依据此需求定定绩效指标，还是没有给我回应啊？来，请具体回应蒋委员。这个哪里回应？谁看得懂啊？你我问他的绩效指标是什么？他说我依照环境计划建制环境计划来定绩效指标。那环境建制计划是什么？不知道。你的指标定出来的是什么？不知道。好，向委员报告。我能够给你预算吗？不能给吗？向委员报告。院长都在点头的。向委员报告哈。那简略的部分主要是因为阶段性哦，执行生技整合与育成能量提升计划，那在105年度是跟到106年度减列了9100万左右，那这个是主要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那也配合政府的那个期间计划哈，那时候调整预算也减列了1100万左右，所以呢，整体来讲看起来是跟前一个年度减列了1亿零200万。但是呢，主要的最大项是阶段性任务完成，所以并不影响后面的研发跟任务的执行，还有服务的推动。那团队辅导计划的部分呢，我们的成效主要都还是在于协助学界跟新创事业能够产业化，所以呢，主要的绩效指标在团队辅导的案件数，还有新创公司的成立，那这些指标其实是配合跟生医科技研发环境建制计划两个是整体一起在推动的了、哦、所以它的绩效指标两个是互相，从过去从一百年开始哈、哦，在推动生医园区的一些研发环境建制的整个过程里面哦，由科技部跟国务院这边一直有一个咨询专家的一个辅导，让我们把这些绩效指标建立起来。到底是都是什么？主要是辅导团建案件数，还有新创事业绩效指标，不是这个新创事业环境数有多少件，还有多少个新创有多少家？你要有个指标数字出来啊！是你没有给我啊？好，我们一百零五年是你没有针对委员的问题给他答案呐、啊？没有啊，你没有你当时定的指标，譬如说你106年你的指标是多少？那等到106年决算的时候，我就要看你的指标是多少，有没有达到你的指标？你105年定的是指标是什么？那你现在有没有达到？我们主要看你的绩效嘛，那我才能决定要不要给你预算嘛，对不对？那你只是说你现在还是想讲说依照环境建制计划，所以我定绩效指标，那绩效指标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我们是在定义，但是我们是有电脑。好，定义，对不对？就是把这些数据的，对，你一定要有给我这个东西，我才知道你，而且你105年到底做了多少。虽然你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对不对？那可是你目标有没有达成？在这里把人预算，对不对？你这个部分一定要有那个嘛，对不对？好，那其他委员来说，小慧委员，啊，你来，戴奶丽好。我在这里也有一个提案哈，那一样是因为其实就是国实院下面这边这个计划仪器科技发展计划里面，它其实呢是预算较前年增加了1850万元。那我们看到的是说，因为在预算书里面，到底为什么增加？而且这是这个计划的最后一年了，最后一年还要增加这么多预算，那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其实我们会想要知道，好，最后一年的计划还需要比前年更多的钱，那效果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想要理解啦。好，这跟苏委员报告哈。这个分项向下哈，其实还有其他指向，那有部分指向退场，然后有部分指向配合那个国务院科技部这边的政策额度计划，是叫做推动智慧
制造关键技术。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要念的东西是不是跟你的提、你的说明都完全一样？是，是那就不用再念了，不用花时间。那就是数字来讲，就是有一部分减的总之，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也有看啦，因为其实这个还蛮文对题的啦。是是是。好、哦，然后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比如说第三段，你也有把你的成果已经也放上去。是。所以我是可以了解说，这个计划不只是对科技的研发本身有用，甚至是对产学合作、对教学的部分也有相当大的注意。所以你们希望有些计划停了，但是有些子计划在新增。是。所以要这个钱就对了。是。谢谢。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料送到我们办公室，因为这个关于产学合作的部分，我们可能就算不是在预算这部分，但是未来政策上我们也会监督。但这个部分，因为你的说明很清楚，所以我不坚持我的案子。谢谢。好，谢谢。那接下来吴思耀委员。麦克风。那边没有吗？没有。我的是64案，就是有关于你们建制生医科技研发的环境建制。那我是小洞十分之一，理由说明都在我的提案里头。其实你们多年常年被审计的决算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生技产业聚落的配套措施够不够，分配均不均匀。然后呢，我们过度的集中却没有效去培植可以自主研发的公司、团体、单位这些。那你们自己在回应我的说明里头，你们自己也肯认说啊，你们很努力做这些，但是确实我们的生医产业还有精进的空间，虽然近年有所起色了哈。那我觉得就是我也提供一个讯息抛给你们，你们现在做很多在新竹啦什么的生技园区，其实在台北市我的选区士林北投科技园区，虽然是市政府主管，但是它的其中的一个方向，其中的一个产业别，也就是生技。因为在士林北投区有振兴、有荣总、有阳明、有星光非常强的一个医疗 support 的这个支持，所以是不是你们在未来执行这个部分，你们要去扶植？虽然台北市的那个方案是 just beginning， 可是需要你们在前端给我们一些，包括他们现在要招资，要去媒合一些 headquarter 进来，这个部分我请你们给我一个正面的肯认，你们愿意来协助台北市政府，因为这就是国家的重要的产业，生技医药，所以我冻结十分之一。那请你针对如何协力台北市政府这个部分，给我一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我是抛出这个新的建议，因为就在北台湾。好，谢谢委员。其实我们的想法跟委员是一样的。那你们就全力协助市政府来做。好，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是动十分之一，要看到你们的这个书面资料再解冻。好，谢谢。我是不是可以请求各委员支持？那在02项下仪器科技发展计划，是不是就如四要委员所讲的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我动的是在生医科技这一项啦，所以是。1000多万，我只动1000多万而已。他动1000多万，来公，我刚已经宣四亿多，十分之一是4000多万的，你给我搞害逃。破啦。破啦。啊，含我那个。含他的1000多万。是要另外的第四块。不，我现在宣布的是02全部动十分之一，那含那个吴思瑶的那个1000多万。把那个零头拿掉好了，好不好？哪一个零头？所以动算少动4000万就好了。把那个零头删掉就好了。98万多删掉了。删啊，这个都是发展。报告。4亿多，98万不能删啊。没有说不能。对不对？这绩效指标不给我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现在给我，我说我你这个上面没有给我啊。不是在法院，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岗位。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去看预算书，就直接写你的东西，是不是？你没有针对委员的问题回答啦。我的预算书，你们的预算书我都有看啊，对不对？你们达成的预算书是多少？你们的预算书，你们上面是怎么写的？你们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绩效指标多少？106年的绩效指标是什么？好了，没关系。好。4亿多才98万呢。那动十分之一就已经动了4000多万了、啊，后来，你九
九十八万，他刚刚没有针对你的问题回答，这是他们的错、啊。九十八万不能删的话，八万八千块可以删吧？好了，删八万八千了，好了，马上删，删八万八千块啦，零头去掉了。这个是要给你们一个警惕，因为以后委员的提案的一个说明，要求你们说明的问题，请看清楚啦，不要文不对题啦，好。所以我们减列八万八千万的哈，那动十分之一啦。四亿多少？含书面报告了，含吴思瑶委员所提的生医科技研发环境建制的1376万元。那书面报告好。减列科目自行调整。减列科目自行调整。好了，减八万八千了，麦克讲啊，好，来，接下来我们处理。我知道啦，你已经很 nice 了，我知道了，谢谢啦。不过要给他们一个警惕是真的啦，对。然后来，接下来六十五案哦，到六十九案零三向下。我们这个向下有柯志恩委员、蒋乃馨委员、苏巧慧委员、吴志扬委员等。提案，对啦，来零三的，来吴志扬委员，对啊，我刚刚有宣，我宣布，我先讲一下了哈，这个。是针对这个高速技术与网络应用研究计划里面的，计算设施维护与资讯服务哈，就是这个国网所提供的这服务，原来设计是为产学界来用了哈，大家一起用，但是我们根据资料哈，几乎都是学界在用了哈，对我们的产业帮助不大哈。我们比如说用这个叫做 Ktabyte 的这个技术，在这个单位来讲哈，企业才用0.003，好，学界是用8，好，你看差了200多倍啊，我觉得这个很不平衡，非常不平衡啊。事实上，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说，到底哪些产业需要用到这样子高效能的电脑。好，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在资讯科技上面应该要走出来，在前面应该要加强，让我们各行各业现在有很多 big data 什么东西，这些高速 computing 的这种东西啊，都应该都要充分利用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们这个产能算多少？还有没有20%？委报告委员，你那计算能量应该还有很多空间吧？哎，现在都满了，都被学术 都被学术用掉。对，都有满。那我请问一下，我倒过来讲，这不是你们科技部啦，我们有没有一些大学自己也在玩这个东西？哎，自己也在建制这些所谓超高速电脑，嗯，有没有？目前来讲，只有台大有，只有台大有，都没有，都没有。那个要花很多，所以各学校需要的研究案都要来这边的啊，哎，就集中建制。好，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产业的机会就没有了？不是，产业我们都很欢迎他们来，因为你可以一开始就设定说就是学界嘛，没有关系嘛，因为你这个名字既然叫产学，结果产都用不到。用不到一趴啊，名实不符啊，跟委员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很欢迎产业来用，但是因为产业的资料很敏感，他们不太愿意把他们公司的内部资料往外移，所以他比较少用。但是如果我们他们愿意想要来用我们的设施储存跟计算的话，我们会全力以赴。像台积电，他用你们的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叫什么，叫security 或者是 privacy 这些的 policy， 应该是你们要把它弄好。哎，让他们，我们会弄好，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还是你可以做一些什么隔间啊，那个安全我们都有做，防火墙。哎，对，防火墙。那他们为什么还会担心这个事情呢？但是这个牵涉到他们公司营业的，我跟你讲，这样子台湾的这个要发展这种大型的这个 big data 就很困难。为什么？你有这个能力，他不敢委托你，然后自己又没钱建制这个，他就放弃了。
好，那台湾在这一波的这种资讯革命里面就会占下风啊，所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我不知道其他委员有没有类似的看法啊。我们接着是苏巧慧委员，然后蒋乃馨委员。我想我的案子跟刚刚这个吴委员的意见其实是接近啊，其实都是希望这个可以有更多让产业好学界这边可以用我们国家这个最好的机器。那我有看到其实我们国网中心这边有提出了说明嘛，好，那这个方向我当然是就认可同意，好，但是我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其实满足客户需求并无资源不均之情势。那刚刚其实委员是提到，就是说，那到底有真的有多少的人来使用？因为你现在告诉我说有啊，他们都有很多人来用。你在我这边是这样讲吗？那刚刚他在这旁边的时候是讲说啊，他们有时候不来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保密，好吗？那我们就让数字说话，让真实的状况说话。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来用？比如说一年为期，好，在今年度、去年度，到底有真的有多少人来用？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坦白说，我们作为民意代表，我们当然是接到就是会有民间的反应，觉得不够友善，所以我们才来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提出反应，然后希望政府可以检讨嘛，是否如你们所说的真的这么友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提供资料啦，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那如果我们又接触到这样子的案件的话，那院长这边怎么处理，主任这边怎么处理？对，那你们会不会能够预期有这样的状况吗？那不过我自己这边主张的话，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我相信科技部其实也都基于零基预算这样的概念，其实都有认真下去编啦，所以我是不主张要减太多，所以我是采用冻结的部分。好，蒋乃馨来，蒋乃馨委员完之后来陈学生委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刚刚谈到治安的问题，你国网中心这个现在有没有碰到过骇客？有没有恶意程式执行去过？那有多少件？一年有多少件？你们挡掉多少件？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好，来，陈学生委员，晚上这几该回答。好，那个国网中心，我这边要给他高度的肯定，我只是想先问他一下，了解一下。那个国网中心，我给他高度的肯定哦。这几年来，他们不再只有服务这个政府部门，还有学术界，在电影界这一块，特效这一块给予很多的帮忙，我很谢谢国网中心。那我在这边也是有一个呼吁哦，现在不管台中还有几个地方要成立动漫园区哦，希望当地的政府或是中央科技部不要再补助任何的预算去买任何的超级电脑，一定要跟国网中心去做结合，去做 share。用国网中心现有的经验发展成一个可以支援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是我对国网中心的一个期许，好不好？好，我们上次有去考察国网中心了，里面有一个区块就是数位啊，影视数位的部分。来，其他委员的这个问题要回答一下。你们自己的麦克风呢？来，不好意思啦，麦克风年底要发包了，明年一定会有十支的麦克风了哈。还有问题？我派你答复。来，你先答复。我们治安哈，我们国网中心因为有网络，所以我们对治安已经有很多的投资，而且很有经验。那我们对治安是第一个就是防护，第二个是诱捕，第三个是通报，第四个是应变，基本上是这四种四个 SOP。 那防护的话就是买一些防火墙啦，入侵设备。你只要告诉，因为你这边有写，你只要告诉我，一年当中你们被恶意程式有没有被害了？我们超过一年，每个月超过一万次，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1350万。恶意程式一年有没有被？所以就是有一年有多，就是一个月，你说一天有一万次？对，收集到的恶意程式，恶意程式害到你们那边的，是收集到的资料数了。对，挡住就是有准备要害进去嘛，结果被你挡掉了嘛。对，被我们挡掉了。所以一天就有一万多件。对，那一年的话就是四五百件。对，四五百万件。对，都被你挡掉了。对，没有一件害进去吗？太少了，因为我们很有经验了。还是有被害进去过吗？害进去我们会通报，
我们会依照那个标准程序会去通报，所以就跟小偷一样啊，你如果东西还是被偷到过，对啊，怎么被偷到过？很难避免，因为有一些搜修社群 email 的方式，我们很难保证说100%没有被害进去，但是几乎99%以上都被我们挡掉了。好，你先回应其他委员的，我再问我下面的，我再问下面的好了。啊，刚刚那个我们非常谢谢那个陈委员，对我们的这个肯定啊。对了，有了，数位要大家都很肯定啊。你讲一讲那个数位特效的那个计算成果、啊，我们为了要赶快服务业界哈、哦，像。所以我们跟政府争取PETA的经费，我们明年就开始要建。本来我们是打算是、原来规划是后年才会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把它拉前到今年，明年年底我们就提供服务。那这个PETA一起来，它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基础建设。你有了这个基础建设，你才能够去推动现在政府要推动的这个算图啦，还有生医啊、精准医疗等等的。所以，等到PETA起来的话，我相信产业界尤其算图这一块的问题，我们就全部都解决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量可以来应付他们。刚才吴委员有提出业界服务的绩效啦。要做动画，业界服务的绩效，要做动画，要 AR， 要 VR， 这个，对，人家算半年，你们是算一天就算好了、啊，对，为什么不让大家用哈？对，我们现在就已经有用了，啊，只是刚刚谈的是另外一种公司的，不是这个算图了，算图的已经都有在服务了。我最后补充一点哦，现在这一个国网中心在资源业界、电影界的哦，大部分是凭你们那一批工程人员的热情。可是你们没有制度，就说做得好也是这样领这份薪水，做不好也这份薪水，完全凭的是一个热情。那我希望你们就要像那个动物实验中心一样，想大又不敢大，然后就做那个不大不小的。你要做是不是要发展成一个产业，你们要想好，因为你们要从学界支援政府，要支援到产业界，你也可以变成是一个事业。但是你怎么样给你的人员一个好的体制，不要只凭热情，好不好？长远好，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在，好不好？谢谢。OK， 好。来，那个。所以你们如何跟产业界能够结合？如果桥接的问题。对啦，对啦。这个是我们在委员会已经每年审预算，我们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你要加强的。我在这个预算的提案里面也有讲到这一块，可是你回答的给我那么几行字而已，对不对？那你有这个你的目期待目标是什么？你说你以推广并桥接产学需求，以达成大院之期待目标。我们的立法院的大期待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整个产业啊，什么哪里有一句话就讲完的？所以我是说，你们给我们的答复啊，应该要详细一点，对不对？具体一点，你不要像写作文一样写个天马行空，写完了以后好像我们预算就会给你。你们的预算我们绝对支持，可是我们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也要很具体的回应。就像我讲，我这个提的案里面讲，你的人才培育的规划是什么？你也没有很具体的给我回应说你的人才培育计划，你106年你要做什么样哪些人才培育的计划？没有。有对不对？你只是说你过去做了什么东西，你没有讲未来你要做什么，对吧？好，谢谢。你看看你给我的这个答复，我们都会看，你给我们的答案我们都会看的。好，谢谢蒋委员。我是觉得很荣幸跟我们陈学正、张委意见这么一致，觉得国网中心很重要，要啊，我说这一次啊，我又不是说只有这一次，你不能断章取义添加我的话。对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国网中心这边的话，那我就是我是觉得我不坚持我的这个部分啦，但是我当然是看这一年度，好，那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的业界的人士，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大家对于新的这个状况，不管是机器也好，或者是整个态度，好，是不是能够真的符合业界期待？那明年的部分，好，我们就再做讨论，认真审查。谢谢。那我是不是请求各位？好，谢谢。那我是请求各位委员，大家支持好不好？我们来处理这个预算数好不好？
这个预算书我想大家都有动，哎呦，表示向陈委员支持啦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综合一下动十分之一，然后那个书面报告要具体的回答你们国网中心这个大数据的这样子一个能力跟超级电脑的能的设备可以怎么跟产业做一个结合，然后未来怎么推动你们提高的提高你们的自筹率，然后呢能够呢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你们赚钱的产业之一，是不是还能够有现在已经完成的状况，这样明年我们好做一个基准，对，好不好？好，谢谢。报告要写清楚哦，哈，十分之一，好不好？十分之一。好，谢谢。加书面报告。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零四。来，零四是地震工程哦，之运作与发展计划了哈。那我们从第七十案到第七十五案，零四向下哈。来，我们吴思耀委员。好，七十的有多少？来，麦克风，麦克风。零四在北方，那个地震工程哈发展计划，大家都很关心。那我是针对具体，针对你们国研院里头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有关于协助教育部来建制校园的地景预警的那个制度。那就我看预算中心的资料，到现在为止的完成率只有10%。只有10%，甚至很多风险较高的国中小都还没有建制，所以这个你去怎么去分配它建制的优先顺序，我就有一个 question。第二个当然是为什么建制这么久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成效？那当然你们回应给我，好巧，我觉得科技部很厉害，部长，你们每一个回应，我不晓得其他委员怎么样。有关我提的提案，像刚刚讲那个手机震动的，你们都会刚好今天审预算，今天下午就会召开会议。然后呢，我这个校舍耐震评估补强也刚好我提这个案子，你们又刚好在今年底就会完成了，哈。我觉得这是不要来具体讲清楚啦，不要是为了拿到预算就，因为我们一直支持你们做这个，可以说明一下现在到底完成建制率，还有你们未来的计划好吗？我个人是冻结了十分之一。是是现在委谢谢这个吴委员的这些问题哈。那我想这个很多委员有类似的问题哈，在预警系统方面，因为主要的这个经费编列是教育部，那科技部我们国政中心是协助他们啊，因为我们发展技术啊，那很多委员关心以后，教育部目前已经把今年的经费增加3000万，那明年5000万，最后107年把2亿通通编进去，所以我们现在预计在107年上半年就全部完成哦，这是，哎，其实我们要谢谢我知道，所以这就是要答案哦，那个部长很清楚哦，是，现在要给预算哦，你们白纸黑字是107年上半年来完成全面的建制作业，是，换言之是100%哦，100%，107年上半年，所以106年是43%。然后光107上半年就可以完成100%，你想讲清楚哦。是没有错，没有错。106年底才能够完成43%，但是再多个半年可以，因为钱给他的啦。感谢所有的 SOP 都是一样的。好，来建制好就可以。好，来那看大家意见。张廖委员哦，这个是他最关心的。来，我来补充了，因为我从3月就开始质询了哈，那也一直在追踪。当时哈，那个教育部跟我讲说明年底。那后来我问科技部，科技部也跟我讲明年底要全部完成。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数据说，我们的完成率这么低，怎么处理？那你们就说今年度要编预算，结果我就查奇怪，今年度预算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国教署，国教署跟我说你们科技部也没跟他们讲啦。那所以我就说你们藐视立法院的决议啦。那当时我们那个媒体也都报了，说我们有关地震预警地震校园的预警系统3444所，明年底要全部完成。那怎么办呢？后来国教署的那个，我跟那个署长联络，他说这样子好了，因为刚好有增加预算，我们就107年，因为他们本来是说要找地方县市政府要对编啊，那因为县市政府他们说去了解了，没有人要编，所以后来国教署全部吸收，他就说那我们107年延半年，107年的上半年，我们他会多编2亿，好，全部吸收了。
然后全部把它建制完成。好，这个是我所知道，我也希望科技部哈，今天那么多同仁在关心，那也觉得这个技术其实是很好的，而且这个你们也有技转，也跟中兴保全听说也跟你们买了这个技术，所以我在想说，如果除了校园之外，那个李立芬委员刚才他去质询了，他也跟我讲说，我们有一些社福机构啊，社福机构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争取其他相关的单位，譬如内政部。或者其他的单位，或者其他跨部会的单位，跨部会应该要来帮他们协助啦，因为他们属于比较弱势跟公益的那个部分，社福团体，还有文化，好不好？哈，一些文资也是要，我会努力啊，在这跨部会的协调方面，跨部会协调这个各委员的提案，拜托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刚刚提到这个社福啦，哈，医疗啦，哈，还有文资文化部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都是哈。对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哦，这个点了，可以把你们的技术可以移转到这些场所。技术资源呐、啊。技术资源呐、啊。那还是就是预算要用教育部的啦，所以我是同意动50万哦，你们要把这个进度赶上以后跟我们做报告，书面报告好不好？来，那各位委员，哎。那各位，如果这个地震预警系统这么重要哈，那地震中心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了哈。我们是希望大家支持啊哈。不过哈，为了给他们有一个前进的一个力量了哈，动个50万了哈，给3000万变动这样子。来，蒋乃新委员的问题，赶快回答一下。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第二实验室完工会在1月份完工，明年1月就完工。那大部分的那个使用执照已经拿到了，那目前就是在装设备。那装设备、完工是在定在这1月下旬。好，那明年8月我们会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就是把整个对国际开放啊。那这是我们第二实验室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进度。回答说明要写清楚。已经完工了，是。以后我们是，但是以后我们的预算还是要远的支持的，因为我们未来的那个近段程那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研究。好，那我们这个向下零四向下哈，就着动50万元书面报告。那请针对各位委员的问题要具体回答，好不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处理05哦，奈米元件这个太高科技了，奈米元件研究与技术人才培育服务计划，从76到77。两岸05来，黄国书委员。好，谢谢。这个政策，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来检讨了，因为特别是针对半导体的产业，那半导体过去当然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主流产业，那政府的政策的资源非常非常多，包括租税的优惠等等，好，那这个计划要做什么？这个预算非常多，4亿多，我们这个计划是要来帮忙各个相关的半导体的厂商训练他们的人才。你这个计划是要来比如说跨微电子、物理化学、光电、微电机、机械，这些都是非传统电子电机领域实作的这一些学程啊，或是这一些毕业的学生，他们要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来提供这个平台来帮他们做训练，好，在你们的预算说明里头，其实也有提到了哈。为了降低跨领域技术沟通平台的障碍，到这里我觉得都还没有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说明，我觉得有一点问题了，就是减少产业内部训练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概念是有问题了。我要特别提到了，因为我们国内的科研的经费要变出来其实是不容易了，我们要到这种经费非常不容易了。就我们要来的这些经费是要来帮忙这些半导体的产业，帮他们训练人才，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等于是说我们的科技部
帮忙这一些半导体的产业，把他们训练人才的内部的成本把他们外部化了。我觉得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了。哦，再来，台湾未来的新的趋势产业非常非常多啊，如果可以这样子帮忙训练半导体的产业的人才的话，那我们中部地区先要发展智慧机械，那科技部也来帮我们弄啊。也有啊，多少预算多少？就是那个，就是旗舰计划里面也有这个计划嘛，中科有吗？那旗舰计划归旗舰计划啦，不一样啦。也就是说，这个四亿啊，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而已，就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帮忙厂商降低他们的或减少他们的训练成本嘛。我觉得有这个疑虑，哈，我是有这个疑虑啦。我是从预算以及你们的说明里头嘛，你们的说明里头减少产业内部训练的时间嘛，所以我在这里，我建议这笔预算啊，要减列一亿啊，哇，减列一亿。坦白讲，这笔预算，我是减列非常多的。那我希望你们要重新来检讨，好，重新来检讨。那这笔预算已经行之几年了？那我们半导体的产业其实也碰到瓶颈了，这个模式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都要重新来检讨了。哦，那当然我这里减一亿了哈，冻结两亿了。哦，我先提这样，你们来说明看看好不好？说明刚刚何委员总，我们赵伟也有提哦。赵伟，我没有你那么专业了，我只有稍微着动而已了，来说明一下。好，谢谢。报告我要委员，我要我们其实并没有帮学界业界做任何的训练，我们最主要是帮学界，学界他。来，那我再问了。好，学界他们做博士。对，你这一笔奖补助拨到哪里去？拨到哪里去？拨到我们的设备的维护跟环境内部的行政都会有营运的。我们这是奖补助呢，我们这奖补助啊，全部是在我们内部，一毛钱都没出去，没有出去。维运的设备有是维运，因为所有的经费都在我们院部，都在我们的中心里面，并没有把这些钱拿到外面去。按哪一些厂商用啊？也没有，怎么会没有厂商？你们自己这里就写了、啊。因为厂商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开发相关的技术。他们来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们要付出一些费用。我现在没有敌视厂商的意思，这当然也希望为厂商所用哈。但问题是说，你这一个计划，在整个支出的这个形式上，其实就是帮这些厂商训练他们的员工。我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这有问题啊，真的啦。你赶快解释啦。真的啦，真的啦。我们现在所有的服务都是学生，他还没毕业之前，他在做学术的研究之前，都在我们那边做实务的实作，然后完成他们的论文。所以因为有实作的经验，他们在进入厂就无缝接轨。不，那内部当然对厂商来说是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帮助。所以实际上的钱都是在学生的培育上面，然后大部分的经费都是在设备的营运跟。那如果是这样，你们为什么在预算说明要写？为了要减少产业内部训练的时间，你们就这样写啊？这个假如没有经过你们训练，不是你这样是有问题，我觉得这样有问题的话，其实厂商还是要委托回来叫我们帮他训练。其实他如果要委托，我们是说100%的费用是不太好。我不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你们不能做，但是你们做的事情等于是帮忙这些厂商减少他们的成本，这个有问题了。本来这些厂商必须要去训练他们的人才，本来就是的吧。这个是我们帮他们训练，对，跟我们，我了解了。减少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么训练很好的。好了，减少学用落差了。今天台积电也不会这样子，今天联电也不会這樣。对，我们是减少学用落差，就是说他马上就不用再训练。我都会不符合他们。我都知道了，你们一定用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其实就是你们有办法编这笔预算的最强大的理由，当然是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几年了，我觉得也应该要来检讨了吧。
因为他们人才一直需要，不断的需要，每年需要人才一直增加，所以这个训练一定要维持下去。技术学理一直在往前面推动，我们是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我们的技术也要精进，过去的技术是旧的，一直跟着半导体往上走，我们跟着跑。技术不见得只有半导体，有很多都是耐米技术，所以减少学用它，有些当然会到半导体产业去修。好。有些会到其他。那别的产业的需求呢？别的产业的需求呢？记忆体的需求，记忆体 memory 的记忆体，因为这个关于光电，其实也是有跟我们有很相关。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委员刚刚提到的智慧机械，其实国研院内部呢，今年跟明年也都会有编预算。那我们这个智慧机械这一部分呢，是编在刚刚的移科，还有奈米，还有晶片，还有国网，因为智慧机械是跨领域的整合，所以我们也都有支持其他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的。好啦好啦，我这样子啦哈。这样子啦哈，我简略的部分少一个零好了啦，少一个零少非常多了，少一个零少非常多了。因为半导体是非常贵的东西，如果你那个我们真的好了好了，你们提出检讨报告了，好不好？提出检讨报告，好，你们提检讨报告了，然后动十分之一啦，动十分之一，好，动十分之一。来，我们动十分之一，提出书面的检讨报告了哈，好不好？好，就这样处理了哈。谢谢黄国书委员体谅了哈。我们是不是再把这个78案苏巧慧委员的06这个项下哈讨论完？我们中午休息，好。下午几点？下午2点开始。不是2点半吗？两点啊。对不起了。没有嘛，来乔慧那一案，等一下，陈学圣委员。来来来，麦克风给那个苏乔慧委员。减少学用落差的，我们是用学生的。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好，对对对，好，不会啦，好好讲啦，好讲。好点，好点。好，那没想到这个。这边动物中心只有我提案哦，那不好意思哦，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哈。我想这个你的这个说明哈，我也已经看过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动物资源供应网嘛。那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请问国内现在到底对实验动物的供应够不够？排除你之外，到底有多少？你有资料掌握吗？有吗？好了，我们两个就对啊，嘿，对话一下给大家听啊。老鼠的部分是够的，老鼠部分够。大型的动物是不够的，大型动物不够。好，那可是我现在看你这边的话，就是你的第三大项里面，这个供应网呢，其实它的工作里面还有繁殖，还有协助引进。其实繁殖供应其实就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有包括你说的老鼠。所以就是国内不用你做就已经够了的老鼠，其实你还在做啊，是不是这样？老鼠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民间供应的是那个基本的，我们是基因改造的，所以不一样。好，那这样子，因为这真的是这么专业的问题，那我的态度就是我是在帮大家监督，看这个钱用到对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动物中心呢，我希望做到的是先盘点现有的资源。那这个现有的资源包括了监数，也就是说现在到底有多少单位可以提供动物，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光是老鼠就有分什么一般的老鼠，还有特别的老鼠，所以第二个是物种，一个是间数，一个是物种，现有的资源到底是多少，所以需不需要我们的动物中心继续投入下去，这部分可以说明清楚的话，那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是要，如果够了我们就是做整合嘛，对不对？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整合，就不再是供应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当然我们就必须作为供应。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很简单说明清楚，所以我希望就是有报告那我们就解冻，就这样。 好不好？謝謝。好，那就照苏巧慧委员的冻结500万给详细的书面报告，好不好？那尤其他的意见呢，要回答哈。来，陈学圣委员。我的意见哦，是我没有提案，原因是我很矛盾，因为这个单位哦，可以变成台湾之光，也可以变成世界第一级的实验动物的培育中心。可是我们国家给这个实验动物中心没有一个明显的定位，他不敢赚太多的钱。我坦白讲，他如果赚太多的钱，主机单位有在吗？怕被主机单位发现，所以他就赚一点赚一点，不管赚太多，赚太多被盯上就上缴。你知道他们可以把那个二手仪器哦，
做到整理完以后变成一级的仪器，就这个角度。可是这个单位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功能，可是我们不敢做。他们前任的所长在这边卸任之后被聘到大陆去，被一个化学公司聘去以后，年薪是这边的好几倍。我们有能力发展成为台湾之光世界第一，可是我不敢做。这一点结构问题，部长，如果你不能够处理，我会觉得我很痛心。这是我们非常大的实力所在，可是一个结构的扭曲，让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没办法发挥他全部的能量。他只敢做一点，不敢做太多。所以部长，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不敢删他预算，因为我想支持他，但是又怕他做太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然后第二个，大型动物你们也不敢去碰，你们应该有能力再去碰大型动物，可是你们不敢去跟屏东科技大学去合作，因为你怕做太大又被盯上。所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样，我真的替你们的结构很担心。第三个，实验动物做大了以后就会谈到实验动物的这一些动物权的问题，你们也怕做太大被盯上，所以你们都是怕被盯上，所以就悄悄的做。最后跟招委跟部长报告，这个单位如果去看过一次，你就跟小英总统讲，这个做好就世界第一，真的是已经有实力在。下次我们去考察。好了，那你支持我的案子嘛？那就是报告里面把他的招委这么好的意见通通加入，然后冻结500万。我四年前就讲过，今天还没解决结构问题，所以是是是部长，你要不要有办法？给他们，他们是很棒的人，但是他们被压在地上起不来。好，谢谢陈学圣招委，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排考察去那边看，好不好？部长，我们现在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哦，休息辞职哦，好不好？我们下午2点继续开会。